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信佛学法，谨身三宝，万世明灯，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知恩报恩为先，利人便是利己。 尽心尽力，第一不争你我多少；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忙人时间最多，勤劳健康最好。为了广种福田，哪怕任怨任劳，布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乐，时时心有法喜，念念不离禅悦。 处处观音菩萨，深深阿弥陀佛，大家晚安，陀佛。我们再看啊，古罗师傅告诉我们在我们呃从这个唐宋呢呃传到至今的禅宗呢所谓的祖师禅呢是绝对的。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刻呢，我们的念想呢，或叫念头呢，是离开真心的。所以，决定绝对的的定义是指片刻或念念都相应到我们本具的真心。那在那个真心这样一个产生作用，说念念自真心真心起智或智妙智慧的观察。 但是这时候你要注意说，这个起不是刻意，也就是真心它本有的功能，也就是说没有个我要来起这个智慧的观察，要去看这个心，看这个境，啊，或者说这个智慧有真实的存在，那就不叫真心。而这里所讲的，念念自真心起妙智慧的观察，是真心本有这样的功能，什么功能？ 观察的功能，那观察是怎么观察？智慧，去的角度去做观察。那智慧是什么？知道一切缘起法，当体是个如幻假象。既是假象，当体的这个东西呢，就没有呢叫固定、永远存在的。好，这才才才叫做说，呃，是念念相应的我们的真心哦。所以真心的定义。 啊，而来说到，诸法的实相，也就是禅宗的特色。而特色我们叫做祖师禅，哈。那祖师禅跟如来禅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都是相应到佛陀讲的、教的、跟正的如来禅，而道的祖师禅呢，是没有依傍文字，是字内正。而正知我们本质具足的真心，是跟佛。 无二无别的，所以呢，才叫做祖师禅哈。好，那这里是重要的，所以再再跟大家再多做说明啊。那在这里说妙智慧的观察，不是只有照见空寂。果如师父教的这个都很重要，因为呢，在这个呃小善的修行法的缘起观，它是向上的空寂。 而、呃、实际上，性也是空集，而性的空集呢，才能够产生那么多的无如幻的这个假象啊、哦。所以，果如师父告诉我们，我们真心有这样一个观察的功能，那真心就是所谓的妙智慧呃，这样相应，然后出发的观察呢，才是正确。那这个正确呢，要涵盖空跟色两方面。所以，师父告诉我们，这样的、那、一个。 妙智慧的观察不是只有照见空寂哦，而是要怎么样？同时呢，空的当下就是万有常存。所以这个已经讲过，但实在是太重要，很多人就绕一边，凡夫就认为一切实有。殊不知，你认为的实有，它是相应到主体是空寂的，所以它的相是无相。为什么？ 它一直在变化的相，哪有一个真实存在啊？所以说，这个万有常存，就是这个如幻的假象，都是如此的，去这个刹那瞬息万变的，所以我们叫做如幻假象，实际上就是无相。因此，所谓的真心在做妙智慧的观察，必须要涵盖照见的空集，以及空集当下就是万有常存。 那进一步说，说明万有长存，就是各自有它特别的因根源产生的相啊，还有这个作用了、啊，还有这个果报啊，果跟报，还有本末究竟，就《法华经》上的实如是啊。你不能抹煞它有这样的一个假象，跟它各自发挥的功能。就师父这里讲，就是说各自的特别与因缘呐。 啊，所以我们的妙智慧在这方面要要做什么呢？善于去掌握它，所以就能够时时刻刻感受到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它每一刹那都在变化，不会有再重来。这个要不是智慧通常通达了，而真正的照见了，后面这些话就说不出来哦。佛陀经典上没有这么讲的，所以虽然这个讲过，但很重要。 再从这里，今天再跟大家再复述而做强调，说你修行了，不要掉于空极的一边，或者是反复认为有一个实相的这边，而必须空跟有是不二的，同时的智慧都要全面做到这两方面的通达。所以呢，这里说，你能够善于去掌握它呢？ 那么时刻都不可思议啊！其实这样的修正就相当到了佛陀讲的菩萨道里面所要去印证的什么道种治所以道种治就必须要在这个各个众生他不同的那个心形，他心里想什么，怎么样个状况，还有就所谓他的根基啊，那还有他的福报啊，或是这些的障碍，每个人都不一样哦。 所以必须菩萨道具足的种种的道种子，种种不同的这样一个生命个体，以及呢千差万别的世间的这些相，你都一一要去学习，学习到印证，说一切法确实是什么空寂，才能够展现如幻的诸多的假象。那这个假象，师父说叫做。 万有就那么多，那这个万有的长存，你不要把认为说有个真实的长存，也就是它可以如此不断的在因缘和合,合而产生这么多的法，这么多的万有啊、哦，才叫长存啊、哦。所以你不要被这个文字上你又又搞混了，这个万有长存一定相应到空集。那空集意思说当下法的这个主体，或者是这个体啊，或者叫这个东西，当下就是空集。所以空集就是说。 这一个的法产生的相貌是不断不断保持的，一直在变化，说才叫它空寂，好，才叫它是什么无相。那在这,这个菩萨道呢，都善于掌握说每一刻都不可思议，时刻都如实掌握呢，便没有遗憾、后悔以及不圆满。你不要看这些都简单的文字过去啊。 在你的心性当中，你所造下的这些的业力，都在我们的四田当中啊。当你有一天一刹那想到某一些事情，你好像当时没有尽心力，你说随他去啊，不关我的事。然后或者说我也做不到啊，我就是这样而已。你事后你就会后悔，然后之后就感到遗憾。 啊，就是常常我为什么做的不够圆满，所以我最近就看到有人发给我一篇文章，这个就是自杀的这个遗族啊，就是这些父母或什么一些亲人自杀，给他的这些关联的家人，让他自己自责，说我是什么一个杀人凶手，说当初我要是不跟父母抵抗。 或者我多做一些力量，或做一些怎么样转变，那父母或是家人可以免于自杀这条路。所以这要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我们在于说，我们的当时的智慧也不不够，没有办法完全开发出来，乃至于我们的福报的质量也是什么，很有限。所以呢，你只能做你尽心尽力的做去做。 你就不会去感受到什么后悔遗憾。所以刚才我们在读《释众佛子共勉语》，为什么一直讲说，慈悲没的人，智慧不起烦恼，才能够落实什么尽心尽力去做，才会不争你我多少。你我不是只有外在，包括你内在自己种种的一切，在做分别比较。就像这些自杀的彝族，他们认为他是杀人的凶手，感到全后。 生命都是在那种悔责，哦，这样一个懊悔的当中度过哦，所以我们佛法还有世间的，还有这些慈善的机构，在做这些心灵上的一种开导跟安抚，而、啊、让他能够走出来。啊，所以生命就这么多主动面向的这个黑暗呢、啊，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它哈、哦。所以你看。 我的师傅教我们这个，要是你修行没到这个地步，倘若你遇到刚才我讲这些突然的状况，你该怎么面对自己？然后如何能够安顿，能安身立命呢？时时能够感受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自在跟圆满啊！所以呢，师傅跟我们讲说，如果你确实在每个过程，你已经尽心尽力去做了，就这里讲的话语叫如实掌握了。” 你的智慧知道，我现在以我们的清净心就知道，我们现在的智慧就如此，能够处理相应，都是这个地步，你就不会认为说：“哎呀，我当初怎么没有做好？”言下之意，你你觉得是理所当然，实际上你已经在自我的膨胀，好像说我能够怎么样掌控一切的状况，是不是这样子？好像就是说，你认为有一个一个。 我的个力量，然后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等等等等。实际上，佛法讲这是无我的，而你真正的智慧相应到无我，而才能够面对种种缘起法的一些变化，你才能够看得清楚。为什么那些的变化当体也是空寂？所以你不会认为一个真实的这个一个呃，当时情境发生的是。 是那样的真切不改变，或是你的自己又是怎么状况，也是如此的不好或好的状态。如果你都卡在这双方面没有办法通达，试问，能够真正的把事情处理好吗？而能够真正的做到了吗？你会怎么样有失公允？为什么你偏向于一边呢？为什么一边认为那个实际有的状况，包括你自己，包括这个对方，乃至这个事件上？ 你就看不清了。所以说呢，为什么在我们当时的有限的因缘的状况下，而智慧通达的时候，就是有限的状况，我的智慧还没通达那么圆满，能够照见呢清楚这些家人为什么自杀的原因。你能够通达，你当下就可以怎么样用更多的这些的时间来陪伴，而来。 互相的疏导，或者是怎么样的状况，但是那时候我们只能做到那个地步，所以你就不能说，是我，要悔恨我当初没有去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你要扪心自问，你是不是尽心尽力于其中？如果是这样，没有所谓的遗憾或后悔，所以果老师父才教我们，佛陀他告诉我们，我们在每一刻因缘里头。 你相遇到的人事物，包括世间，它各自的因缘跟特色在哪里，你都要真实的去用心去观察它。那观察要什么？关照，它是缘起所生法。观察每个人会都会看了、啊，一般人的观察跟佛法角度观察不一样。佛教佛法的角度观察是什么？一切法是如幻的假象呈现，所以它当下的这个主体的，就或叫这个东西。 是空寂，没有恒存不变，所以你才知道，说我尽心尽力了，你才不会自我膨胀，好像你自己有一个真实我的大的力量，而能够去掌控主宰一切。而佛法告诉我们的真相，或叫实相，并非如此，是什么？无我的空寂的，而像是如幻的假象。所以，将这个假象，你善于去掌握。 就能够刻刻呢，每一分每一秒都相应到不可思议。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有遗憾、后悔、不圆满。那在这里讲到不思议，怎么去理解它呢？师父把它修正的，这里面的内涵化成语言或文字，来开导我们。他就说到，所有时间的假象，都是一刹那的延长。你想想看，真的是这样啊？ 你所看到的假象，包括你自己的身跟心，还有你接触到的这些物象，或是有情众生，这些的假象都是一刹那的延长。为什么？它每一刹那都在变化，所以那一刹那的变化不可能有第二个刹那会跟它一样的东西，我们叫做 copy，无法。所以这里说，都是一刹那的延长。 那既然每一刹那都是圆满，为什么没有一个跟他一样啊？当下他让你认知看到那个像，他当下就在变化了。所以在法呢呈现的那一刹那，就叫圆满唯一，不可复制。这非常重要哦。这就到大圣的后面的第三，叫做常住真心。所以就不掉入什么，只有空寂的一面。 所以还有种种的万有，那万有的长存的理论，何以可以这么说明？就师父这里讲的，每一刹那不可复制，所以才叫唯一。而唯一的当下，每个法的圆满，来说明什么？你看到世间的这些杀人放火的这些的，我们叫做坏人。那你怎么讲？说他是唯一是圆满的？你无法理解为什么？ 你的修正的智慧没有通达到，他那一刹那所产生的那个歹念，然后去做的这个事情，然后他那一刹那的下一个他的心念还有所做的行为都在改变了。改变什么？他可能犹豫一下了，该要如此继续做吗？所以说，他要形成你认知到的。 作奸犯科、杀人放火，种种十恶的产生，他那当下的没每没刹那也都是在变化。所以变化的当下，让他做到事情的就近去做杀人、去放火，当下那个那个条件都要具足。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缘起的假象来看待这整个演变的过程，所以你就不会在这个向上的好坏。 呃，去做种种的什么呀？对实相的一种扭曲，你的智慧就没有办法能够澄澈、照明一切。那照明一切的时候，你就会找出造成这个杀人放火导致的原因，然后能够把原因找出，事事切的处理跟处罚，啊，然后再还给这个人，能够生命再重新的起立，而重新的怎么样？ 在建立他的人生，你才有怎么样平衡的心态去做引导这一方面。所以，同样的，我刚才说这些自杀遗族，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什么杀人的凶手。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智慧去照见，你的心态没有办法平衡，那你如何引导他们能够走出他自己所制造的生命的黑暗呢？ 所以呢，我为什么说他自己制造的黑暗呢？因为每一个事情当下呢，就师傅这里讲的，刹那刹那变化，我们没有去通彻明白照见这一切的变化，所以你停留在某一个点上，你把它当做真实的存在了，而、啊、实际上呢，这每一点的都是在不断的变化，所以不断的变化，师傅才说那。 刹那的不断变化，把它延长，为什么？每一个都是在变化，而把它串联起来。你认为说，哦，事情就这样，事情的真相，说没有一个你看到同是一样的，所以智慧通达不了，就有所谓的遗憾了，那就怎么样？有懊恼的，所以这个种种的一切呢，你就觉得世间不圆满，然后觉得自己也不够好，等等。 是不是很多一些负面的一些呃思想，那导致的一些负能量，那社会的这些的一些伤害的这些的呃成本呢？啊、哦，包袱就很大很大的，都是大家去承担的啊、哦。所以就讲这些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的认知就智慧没有发挥到那个完整性、全面性，只看到一部分。 那确保一部分当做是全部，你认为就是最正确、最没有问题的一种认知，结果都是什么？说难听的叫颠倒啊。那颠倒了以后，你就扭曲你的身形，身形是什么？杀人啊，放佛啊，妄言啊，其余两舌二口啊，甚至你的意行意念的这个。 变化都是往不好的方面去做什么、啊？延伸出去的认知，对这个人的不好更加重，对事情的一种处理呢更厌恶。所以说，真的是呢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啊，没有智慧去通达，常常把佛陀所讲的这一切，果如师傅也教我们，六祖大师、历代诸祖大德都用他实际生命证悟。 但是我们看了听了，好像就什么，入耳进，左耳出，不放在心里头啊，所以你就没有那份的力量，而能够真实处理这些问题。问题是你自己生命的问题啊，不是跟他人的问题啊。你正确的观念去观看一切，还给他一个这个事件或叫法的实相，是空寂的，是如梦泡幻，如梦幻。 泡影像的这个假象呈现，你要认清啊。所以认清就是要智慧，去把它看得明白，才自己不会颠倒啊。所以师父讲说，你这样呢，那一每个假象，你看那个假象，你认为就是那一点固定了，结果是什么？那一刹那，每一个刹那都在变化，把它延伸，而让你看到的。 说有这么一个呃、哦、真实的一个生命之流。那你认为的生命之流是怎么形成？你念念之间呢、啊，延伸到月啊，念念到日啊，到月啊，到年啊，到多生累劫啊。而佛法讲到真实的实相是什么？都是圆满的。所以佛陀在教我们说，三法印第三个叫涅槃极境。 涅盘就是常、乐、我、净，这些就是代表我们生命，包括世间一切的叫法性，都是圆满的。我们没有真实去感受到哇，所以为什么歌唱说花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就这么美妙的世界，跟包括自己的生命，我们很少这样去相应吧？偶尔你心静下来看到阳光。 从林梢间升起来，放出了那个彩霞的万丈的光芒那样，让你震撼；或者看着我们柴林清幽的这些树林，啊，鸟叫虫鸣，哎，顿时让你好像远离尘嚣。什么叫尘嚣？你自己心中种种的纷扰啊，啊，感觉呢片刻的宁静。他说：“嗯，还真好。”但如此又怎么样？片刻的炸，乍光灵光一现而已。 因为你的智慧本有的智慧没有真正的去发挥它的功能，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些不好的相，你就觉得啊、哦，觉得很不舒服，就跟着劲跑了。那见到你喜欢的这些人呐、啊，或是事物的呈现啊、哦，你好欢喜，好欢喜呢，心里就怎么样去追逐了？好想都是这么好棒的，都这么好。所以你想想看，你的心哪有一刻是平衡、是宁静的？ 都是纷纷扰扰的，在波动不已的。所以明白这个假象啊，甚至一刹那的延长啊，而且那每一刹那都圆满，是唯一不可复制的。而来看待我们的生命之流，念念、年年、世世都是圆满的，所以才叫做常乐我净，而且是真的、实的，还是善的，也就是我们佛性所具具足的七种的，至少这七种的功德啊。 所以师父告诉我们，从以上的正知见去修行，你看哦，这又都重点，就没有所谓的缺憾需要增补，或者是不好的需要去除。这个知见上，就是你不绕在这个上面去做，你该要增强的，什么又要增强？你确实能够发挥那个功能了、啊，让自己离困了、啊，让自己能够得到生命的安稳喜乐、啊。本剧组的。 但你用不出来呀、啊，但用出来你做，你要不要认为说啊，我这次很缺，要赶快要补？你不是这样子的心态去做，做要要不要补？要，但是有没有认为说这个有真实的缺憾，或认为这这就是我缺憾，把这个我抽掉，把那个缺憾的实在性抽掉？但是你这样的心态才会平衡，平衡才能够看清楚我到底卡的盲点在哪里。 你才能够找出来呀、啊，才知道这个盲点。如幻的相，我就不需要一直粘着、抓着他不放了。所以这里讲，政治建材说：没有所谓的缺憾要补，没有不好要除。那如果你认为确实就我不好，不是这块料，而对方又是怎么样的事件又怎么样，这个缺要补。 你这样就是绕在颠倒，但你不是蛮憨的人，你确实现在产生不出生命的这个力量帮助自己，你要不要去增强补强？当然要啊！你不能说空集啊，你就不用吃饭吗？我师是不就说他读师大的时候在运动课还是什么课，呃，这个下课还是怎么样？呃，同学从后面说：“哎呀，法师法师，你头发长出来了耶！” 他也说一切什么色空财空什么都空，他认为出家人头发应该就是都是光的，不会有在长。你想想看，是这样吗？甚至呢，看到我师父拿着便当，要来用这个五斋，没有跟同学去吃。他说啊，法师你也要吃饭。所以，在这边呢。 有错误的认知，把它当做有一个什么一个实际的一个存在的这样一个思维的模式呢？呃，都不知道说一切法不是你认知那样一个实实在在的，有个确实的认知是不改不改移的，不改换的。所以你要从这里去看政治见，就是一切法确实是缘起所生，所以这个法没有真实存在，叫做当体空集。 但空寂故，它产生的万有万象，你要善事它，要明白它的时候，你才会真正做好它，才会说啊、哦，真实的遗憾，然后你就掉在懊悔，为什么有问题？你看我做这么久，修行这么久，都還不知道什么叫诸法实相，你看是不是问题来了？你你的问题就是让修行去去除这些问题。 而这个问题在哪里？就放下你认为有个实际的我在修行，有实际一个法被你掌握住，你是要把这些修除这些颠倒念呢。所以不是说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那里叫缺憾，有一个真实的我要去修行，然后要得到一个真实的一个回报或叫果报。这个叫落在颠倒，就是落在向上执着，才会有缺憾呐、啊。 在听懂这意思吗？这个很多人觉得这个好像文字的一种什么吊诡矛盾，不是了。政治界确实一切法是空起，但空起产生的假象，你可要明白呀、啊。你你总不能说你跌倒了而说、啊、空起了就不理他，那你那个伤永远就让他伤你不断吗？是要这样是是这样吗？说没有真实的伤可以困住我一辈子或困住生生世世。 但是我伤的地方，我要不要疗伤？要，用什么态度疗伤？没有一个我真实的可怜被伤害到，也没有真实一个伤说不可被预制的，这样去做就对了。说出家人不用吃饭吗？啊，头发不会长吗？或种种一切是如神奇鬼怪般的吗？不，他是个因缘所生的，只要具足条件合合了。 就会现起这个法，但是这个法的升起当下，它就灭了，它才叫做当体空啊，所以才叫做无相啊。而要你不要对它呢产生了疑惑或不明白，就是迷惑，而去造作错误的行为，去可能连累到很多人，包括你自己都受害了。说我们的生命不该如此去这样的运作啊，那真的就是呢。 太对不起自己跟很多人了，那这样一个力量形成的业力，都是如影随形。那如影随形，除了惆怅果报，还有那个残留的那种气氛啊，那个习气继续影响你啊。你每天就是被这个烦恼给宰宰制，啊、呃，自己没能活出生命的一个自由自在，是不是啊？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啊？ 碰到事情以后，然后你说啊，我情绪上的控制不住，然后我就是怎么样，是吗？那时候就把主事禅房的这个政治界，佛陀政治界，说真的是你认为这样吗？是吗？在哪里？你给我找出来。有真实那个时候烦恼的无法控制那个东西，你给我找出来在哪里？或是那个很讨厌的人或事情，真实存在在哪里？你找得出来，我投给你。我们的赵州和尚就这么说、啊。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政治界没有完全建立，然后自己修正的资粮啊不足，以至于功力根本发不出这种功力，叫什么？没有力量，因为什么？你心很涣散了、啊，认为一个实际的我呀、啊，实际的这个这个法的存在呀、啊。所以师父就告诉我们：你绕在颠倒，有相在执取的时候，你才会有。 遗憾跟不得自在啊。所以上礼拜我们也谈到这个，说唐老师讲，观，就是幻字。那在《圆觉经》里头就说的很多，所以我们都呢，如果你认为说啊、哦，我要去把，我刚才师父讲说你要去，呃，这个我们的真心就是起妙智慧的关照。如果你认为有一个什么？ 有个真心存在呀、啊，然后它有个真正的功能叫关照啊。那关、個、照怎么产生出来的？就是妙智慧哇！你通通把妙智慧也实有，还有一个关照功能。这里讲叫看镜啊，看心，就是这里讲有一个妙智慧或叫真心。你看，通通都有啦，实际有啦，就颠倒啊！一切法都是无自性啦、啊 所以叫做不可得了，因为它当体都是空极，每个法的性质本来就是极灭，就是空极，结果我们通通把佛陀讲的、修的都丢抛到脑后。我明明就是很痛苦，明明就是很恼火。我师父就教我们：对，你从痛苦、恼、恼火，它的本性或它的本质或它的本体，为什么佛陀讲空极的？ 没有真实存在的啊！我偏偏感受很真实，那到底是什么？我相信佛的，我已经叫佛弟子了，尤其我已经呢，完全全部生命投入修正，叫出家人了。我当然肯信佛陀所讲、所教、所证的，一句话确实是即然的。但即然有这个恼火的、烦恼的相啊，也是无相。那为什么放不下啊？到底是什么？ 他说：“就从你最真切的这些的困扰你的东西，去探索它的本源。本源就是它的体相用，都是空集的。这时候，你就要把你听到的、学到的，用来处理身心这些相的它的本源，就是当体空，不可得。” 这样才是真正对得起你自己了，才叫报师恩呐、啊，众生恩乃至我们的父母恩呐、啊，不是听一听的，好像当知识说当积累，因为你本来就具足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功能，只是现在我们用不出来。为什么用不出来？你迷惑在上面，认为它实际有的，实际的我在受苦啊，我好好难过啊，啊，我学了很久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啊。 甚至怀疑的自己啊，哦，我到底是不是继续要去学佛啊，继续要去修正呢、啊？所以才叫我疑啊，啊，这是什么？叫做什么与生俱来的？所以这个叫什么情感的这个叫做私货啊，这些的烦恼很难处理啊，那很难处理，它也是空集，只要你用心，把政治见用在。 检验你自己身心错误的观念，一观念，这里师傅在《圆觉经》就讲什么？知换马上就离，离就放下。已经换了，你还去瞎搅和，做做啥呢？不是大笨蛋一个吗？他就已经换了，你还在跟他货，我真的好苦，我真的不行。你作贱自己呀、啊，啊，还要怪谁呀、啊？真的，啊、哦，所以这里就说。 哎、欸，你要看境啊，看心啊，不动啊。你只要落在问题在在这里，落在有个实际的法可存在或可得什么得可证得啊，可获得啊，等等，那就是什么？或或者有一个实际的心，会有个实际的我可修，那都不叫做知幻离幻了。那你就栽在里头了，就叫颠倒。 所以你看哦，师父在后面这里说明说所谓的起修，刚才不是说让你升起妙智慧的观察我们的真心有没有？你那个起升起，你不要误会哦。这里说所谓的起修，你看修的本身也不知，也只不过是因缘和合,合。说你要不要去执着它？我怎么修这么久还没有消息呀、啊？啊，我供养师父这么久，我总要有一个让我一个法能门深入啊！我怎么都用功不下去？ 你自己没有耐心，然后再加上你没有用心，说为什么用不下去，然后就是你心里有一个急要得到什么，所以很多的这些的，变化自己障碍的这些的种种的条件，你都没有去觉察出来，啊，所以你就觉得对自己没信心，那对这个法，也怀疑，那对教你的师父呢，你也怎么不信？ 不依教奉行了，你这一教奉行最明显就是在我们打坐当中，单独面对自己。师傅要你怎么修行，你都不听他的，表面上乖乖坐那里，心里玩你自己的把戏。为情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啊，所以才一直不相应啊，才没有办法。师傅教那个法门叫一门深入，做不到啊。一下在想这个，一下想那个，一下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哪有？ 这叫阳奉阴违啊！真的伤害的都是自己，跟他人都无关哈、哦。所以师父就跟我们这里讲的，给我们一个智慧，然后给我们的政治见智慧就是要抉择。佛陀你讲的确实是这样的，真金不怕火炼嘛，是亘古呢长存，都是叫做真理。说不怕什么过去、现在、未来会有人怎么样来推翻你的理论？没有，叫真理哦。 真理在哪里？你所做的一切啊，包括你现在讲修嘛，修的本身也只不过是因缘和合,合，所以你不用去执着它。但要怎么样？我刚才讲说，你不执着它，对，但是有缺憾，你要怎么样？你要善用它，去了解它啊，该要补的，该要用功，该要做，通通要做。但是以什么态度？没有我在修，你没有这个真实的缺憾可得。 所以仍然要善用它，为什么？因为现前还没有能够处理因缘果报的束缚，所以我们的智力、慧力、愿力、修真力通通不够了，所以才要如实从因缘上去具足这些。虽然他们也都是假象不可得、无可得，但仍需这些如实的假，才能够证得真正的真。 什么叫如实的讲？如因缘和合,合，它就会现起的这个相，然后这个相让你去真的感受到它的苦啊！你的角色里头，新的认知有一个角色的苦跟乐，让你认知到这叫实，叫因果凛然，因果不爽，你自作自受的、啊。 是不是要接受这份？你认为说，哎呀，是有这份的感受。但是佛陀讲的实是什么？你这么做，它就会有现起这样的一个这个作用或功能。但是作用功能是恒存不变吗？没有，一样相应到真。真是什么？空寂。所以这里才谈到，你我们修行呢，仍旧要使用。 借助这些如实的，你看假象，它是因缘和合,合，叫如幻。如幻就是假象，但这个假象也要给你一个实在的一种感受，苦受、乐受。但是这个实在的实是相应到真，因为它就是什么，假象的呈现。所以说要借假修真，所以你把它修得更完整。延续这些如实的假，才能够证得真正的真。 所以就是指说，一切法当体空即一切法的法就是如幻的假象的法，让你认知到。但是它当下的体质呢，是什么空即的，是即灭性的。好，所以你没有从这些讲，你怎么知道这个真理是空即？是确立不不移的？亘古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如此啊。所以从这个假象，你那个烦恼的当中是假的。你看我现在对这个事情。 没有当初那么苦恼吧？那种给你的那个实在的那种苦的感受，是不是一直在变化？如果真实的那个苦恼不变化，我看你像你全身都是伤了，已经躺在医院了，怎么还可以做很多你想要做的其他的事情啊？至少你还能够睡觉啊，你还要脑筋去做其他去帮助别人或自己做的自己的事情。 所以这些东西，你的如实的实给你感受这些的角色，但是这个角色怎么样，也一直在变化，所以都到这到如幻的假象，而终究呢，这些像不存在，所以叫无相。那就是有假象这个变化，你才能够认清印证啊，确、哦、实是真正的真啊，是空极啊，极然呐，是不可得啊，真的是无自性啊。 说性质的空性就是展现没有它恒存不变的这个性质，所以叫做空性或叫无自性。那今天我们就要谈到说，上礼拜也谈说各种修行，不管看境看心不动，参化、同莫造，通通可以啊。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你相应到法的实相。 即是空集，空寂产生的问法，这是不二的，色空不二的。所以你就不起矛盾，那不起矛盾，你的真慈悲，不矛盾就智慧的作用，然后你的对世间的一种呢贡献的就是慈悲，你会有什么呀？有耐心，有爱心，共同把事情。你耐心爱心就从你自己啊，你一个呢习气呢很容易让你怎么样去做那个对你呢有所。 不利的事情，但是你不由自主的随着习性去做这些事情了、啊。就像我们一些年轻人，不是都是赖床吗？等等，你明知道说赖的那个床超了五分十分，可能待会后面就很紧张，很紧张，可能就衍生了什么一些意外的事故等等。但是你这是不由自主就被控制住了，就非得到那个临界点，你认为你自己设立的生理时钟，我才要。 动个身，转个身，才要起来，那起来就病病病病下来了。那你现在还年轻，等你年老的时候，腿无力了，哎，哦，是苍苍了，然后做事情了，也不是那么的果断，有有理不断，哎，好多意外都产生了。所以你看，我们被的我们这个懒惰的这个习气，被呢控制的牢牢固不已啊。哦，我们学佛也知道。 那你这力量怎么来？你每天自己呢，用心去关照这一切的相，为什么是如幻的假象？所以你就要一直心去告诉告诉自己，有真实的一个昏沉，然后一个真实的自己需要这些吗？哎、欸，其实心念一转化，产生的力量就在那刹那迸发出来的、喔。你那时候你做到你自己也吓一跳，哎、欸，怎么会这样啊？而、呃、这个的话，就是你每天要酝酿。 就是呢，八正道的第二个叫正智、正思维，也就佛法告诉、佛陀教我们的修行的过程，闻、思、修、正，你都要把你所听来的，然后用在你去检验它，就是检验用这个道理来检验自己的身心行为，然后查出的问题的所在，你要去修正它。 那修正就是怎么样？这里讲的死缠烂打，把佛法讲的这个真理跟确实的生命呢，在这方面一直运作，运作就死缠烂打呢，再怎么样，我现在不足不好都没关系，因为它是个假象。但是我要把正确的方式方法用在我的身心的每一刻的当下呢，哎，当时候就是这里讲的如实的假就能够真正的证的真了。 就怕你呢听一听，然后好像当做知识的，好像玩票的，啊、哦，会过家家啊，就过去了。那这样再好的法，对你都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很感恩果的,的师父把他呢五六十年的这样个经教，自己呢去深入，也就印证到法的真理，而自己也去呢。 相应到自己身心的这些的状况，啊，如何能够呢？能够游刃有余呢？而自己呢的受用呢？而去引导一些的这些弟子们，哎，教学的乡长呢，就能够更能够呢，呃，教化的更是什么出神入化的，而有说出这番的话，真的很感恩。所以说，这里都谈了，你不管你是。 刚才讲的说，看尽看心不动，参化懂墨造，这的方法不是他的问题，在我们使用它产生的问题，问题在哪里？绕在有一个实际的法被你掌握住了，然后为什么有实际的法？因为有实际的我在修在证，问题在这里哦。所以果如师父说，你用。 任种的各种的方式，我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都可以到达。但是你过程错误的知见就颠倒，而不是用正知见。颠倒就是错误的知见在哪里？若执着有个心，有个法，那就变成障碍，你就到达不了罗马，就相应不了自己的真心。真心就是诸法的实相是什么？无自性。 空寂才能够产生一切的万法，你就通达不了。所以并不是这个方法的问题，是你政治剑没有去运用它。所以政治剑禅宗叫做什么？金刚王宝剑呐、啊！金刚王宝剑什么？再好的境界叫佛来也佛整，不著着，因为是无相啊。那魔来呢？ 也是魔斩，很多人以为说哦，我修正的非常好啊，因为有个法可得可证，就是魔，魔来魔斩。金刚王金刚王宝剑就是我们的智慧了，而、呃、智慧是什么？通达一切法，无自性空寂。所以果罗师父讲哦，你各种修行方式。 你若执着有心有法变成障碍，那佛陀教我们的法呢？是所有的修行都是如幻假的用功哦。这可在《圆觉经》就讲得很清楚。我们从今年三月六号讲到现在，每周一下午两点三点，我们的师父上过下鲁师父，按照一样这个《六祖坛经》的。 写的《六祖坛经》的禅学基本教材的这个唐逸玄老师所撰述的这个《圆觉经》，非常的条理分明，非常对我们有帮助。所以你看哦、喔，《圆觉经》讲什么以换遣换借着换修。你看，就有谁在修啊？就跟你讲换修，但为什么要换修？ 你现在处理不了这个苦，被苦给绑着嘛？说你要修，但有没有真实的人在修？真实的法给你掌握住，或者是你要修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啦？所以叫换修，借着换修，让我们将原来的幻去除掉。你看，说原来的幻不去除，那你就永远掉落在更换里面。什么叫更换本来你起那个矛盾就已经。 不真实存在，但是你要把它严重化，很糟糕，很坏，是不是更坏呢、啊？乃至你说你好不容易呢，身心修的一种统一境，进入到出产你智慧不照造见说这也是不可得的，非究竟的，是如幻假的，你把它当做真实存在啊、哦，真是太好了！我修了这么几十年，怎么好像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哇，真是太美妙、太殊胜了。你就要把这个境界本来就因缘和合,合所呈现，你把它怎么当做实际存在了？然后你更换是什么？我下一次、下一次想也要如此的受用。啊，你的心一直在什么执着，一直在贪取，不就更换吗？更换的意思就远离你的清净心是什么？极然空寂。 不可得，无自性，相应不到了，就要更换了。说你要怪这个法吗？怪这个一切吗？都没有关系，是你没有善用你的真心或清净心去照料一切法，就是空即不可得。你的心就是要这样运作啊，你生命才是什么舒坦、和谐、自在的。 你自在就跟人的关系、跟世间环境的关系、跟事物的关系，都是非常的圆满，因为你已经看通了，而且看透了。透的意思是什么？我该要怎么承担？没有实在逃脱。我该要放下，没有任何的恋战，包括懊悔、一悔，也都不怎么样，也能够除得了，离得开，能够真正的。 不在这上面的玩味，所以圆觉经才说，我们是要除掉我们原本的患，啊，有意思在后面呢。原来的患不除呢，这时候你患除尽，我们本质具足的什么不患，就是空寂啊。或极尽啊，叫涅盘极尽，极尽就是什么不患。 极境就不随着你因缘的变化，你有所变动啊、哦，人家称赞你，你就好高兴了啊,啊；人家给你颜色不好看或话语呢比较刺伤你啊、哦，你就难过的要命。那你的不换的极境，你受用不到啊。你是如同别人手中的傀儡，一拉动一抽动啊，你就跟着蚊子蚊蚊鸡起舞去了，就就扑扑跳了，就受不了了。所以这里说。 如果我们原来的患不去除，永远掉在更换，所以反复执着有实际的身心，有实际的山河大地种种一切，那就叫什么生死流转。那从法，法的真实的相貌，好、哦，我们叫法的角度，或从正觉者，就是佛陀啊的眼光来看，你认为有这个是实际的，都叫颠倒。好、哦，所以说。 我们读的这些读这么久，少说有二三十年了吧？那你怎么来善待自己的身跟心呢？而且能够好好去关爱你身边所有跟你相遇的人，包括环境哦。所以，师父在进一步的苦、哦、口婆心告诉我们：，当我们人在因缘果报业力影响之下呢，而不得自在的时候啊。 我们就必须很踏实地从智慧的关照起修，那这起修记得前面叫什么换修哦，所以换修的话才叫起换智哦，来做换法的修行。说《金刚经》不是讲得很清楚，你怎么观察世间一切啊？应以如梦、如幻、如画如想，而来观如梦幻。 泡影如入，亦如电，来观察世间才叫是真实的世间的实相啊！都已经讲这么明白，我们都还是哪有好真实哦？明明就就就怎么样哦？然后讲了半天就就卡在那里，重复述那些那些呢句子的，一直在重复着，好像录音机一直在播放。那佛陀讲到这个播放，就比喻啊自己制造的毒箭。 一直在射杀自己，不肯把那个毒箭拔除，对自己多么不慈悲！所以我失控一直讲，慈悲的人没有敌人，你以为敌人都外在的来伤害你？敌人是自己树立的假敌呀、啊，是自己不肯放自己呀、啊。所以说，这个换智来做换法的换修啊，而要。 处理这个问题也都是什么？对，视一切幻灭。你看，没有一样不是如幻的假象啊，如幻的假有啊，而终究都是什么无有或无相，它、啊、最后就不存在。而不存在，它又不是真实的消灭，不存在，它又转换成另外一个法里面的条件之一呀、啊。所以才说什么错综复杂。 所以，法华经佛陀告诉我们的智慧，才有从十个法的真实的这样一个产生的这些的作用，叫做如是哦，如是它，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什么，利，如是做，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你看。 这里面多复杂，啊，而复杂不是今生呢、啊，为什么复杂？过去还延续到未来，而且你不是单独你一个人生命活动，跟多少人啊？多少人不是只有这个国度、这个空间，跟无量无边的虚空当中的各个国度里面的因缘都交融在一块呀、啊？说哪那么简单？说你看着啊，就明明是这样。以后千万不要讲这种话。 都是在伤害自己啊！所以这里后面是不是讲这些重要？一切不管修，就是般若系讲叫三轮体空。修的过程叫幻修，在修的我叫什么？幻我或叫无我。然后修的这个果报，你要对峙的这些的情形的过程叫幻业。连你的什么？ 对治一切幻业，离一切幻的障碍，到达不幻，就在这里说出了不幻，就指我们的涅盘里面的极境，就是极灭了，就是法的实性实相，就是极灭相，就是叫无相，或叫空性，或是什么？你认为有个真实可得，叫不可得，这都很重要哦。 说你当你要修，说哎呀，我怎么修这么久都没没有任何的消息？啊，你是起幻字，起幻修来治一切幻业，啊，为了这么做就要离一切幻的障碍，啊，不然你认为障碍很真实啊？啊，你就说我苦不苦不完了、啊，然后就怨怪家人啊，先生啊，朋友了、啊、一切。啊。 啊，你怨怪有用吗？你已经做出错的认知，而且是错的行为，呃，错的行为去伤到很多人，然后更要进一步，哎，我的认知是错误，然后这些的种种一切也都是如幻的、啊，所以你马上要以幻治幻，让你不要一直停留在那个不真实的境界里头，继续的怎么样做生死的一种轮转，你就真的苦要一段的时间了。 你才能够苦得出来，才能够出离苦出苦。所以你这些修行呢，就是要怎怎么样，回复到原本不换的这个心性是什么即灭的。所以才能够即灭呢，起种种的唤醒，都比如说，哦，这个发这个愿力啊，然后要来利益众生的这个慈悲心啊。 也都是如幻的，你不要认为说哦，我我在修行这一号人物叫菩萨，很了不起，很神圣，然后我可以帮助很多人出苦哦。这些人真实的苦哦，真实的悲惨没有如幻如幻。说你不要一直掉在里面啊、哦！我做了这么久啊，那这个人怎么那么不攻击，啊？那这个人怎么样？都是如幻的一种暂时的假象啊！你不要掉在里面，掉在里面你就没有一种智慧，让你的心。 公平去对待一切的好坏，而不会看站在一边。这个我喜欢的，我认为它好；而这个我讨厌的，就把它认为就不好，就把它排除。这是你的智慧，让你没有平衡，看到全面。为什么看到它现在是什么如幻的假象，在目前让你认知到，你不要当做它叫实际，永远都是这样不改变的好或不改变的这个坏，没有。 这样你才不颠倒哦，才是那个达摩祖师讲的什么“乘法行”，“乘法行”就这里讲的换修、换治，对换业而所修的一些换法，才能够通达显发印证你本有的不换的什么极灭心，或叫什么清净心，或叫真心。所以真心、极灭心，当下的这个什么？ 性质就是什么，极灭性。所以佛陀的三法印，才叫涅盘极境啊。因为极境故，你才能够受用涅盘什么常乐我净真实，还有善世间，包括你一切都是如此的实性实相。所以这里呢，师父就告诉我们：啊，你如何能够往这方面不断的去去做啊？ 不是听听而已哦，往这方面去操作哦，在你的居家生活、面对自己的时候、工作岗位的时候或各个场所里面的，你扮演好你自己。这里就说，所以照常要很认真打坐，平常要在福德智慧上多发心。你不要小看你们下课会帮忙来关灯、搬桌椅、收个垃圾。 好像在为别人做，是启动了、转开了、启发了。那启发了以后怎么样？要去做呀，就动了什么？转动什么？你的菩提心，菩提心就觉悟的心啊。是咱们有这个因缘共同在这里，就把它当作是自己呢，自他不分的这样的状态，呃，欢喜去做。因为什么？没有我在做。 换业、换修、换智，一切哦。所以你看呢、啊，这里呢，所以才这叫做福德啊。为什么你的智慧告诉你，没差那一点时间？因为没有我要去追什么怎么样？除非是卡的非常紧、非常紧。那卡的非常紧，也，你认为有一个非常紧的时间在压迫你？实际上是什么？如幻。 那你看看，你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眼界去看待一切，就不一样了。你就会把自己压在一个非常一种狭隘的空间，你的心的量啊，打开的这样的面对各种的这个不同的情境，你都去能够广纳，你就没有办法，因为你越来越狭窄。 所以你就没有菩提心里面的或真心里面的菩提，就觉悟到这一切都是如幻，不是真实。所以你才能够不会把自己呢卡得那么紧，而愿意去觉察到：对呀、啊，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因缘，共同在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的他们种种的福报之粮的福音之下，我们还有这一个生命上的一个实相，去了解道理。 然后，道理呢去思维它，然后思维用在我的生命，你的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怎么展现？待人呐、啊，处事啊，包括你自己独处的时候啊，你怎么回复这些法的真实的原貌？是即然的，而有千差万别，没有真实的好跟坏的种种的确实存在。 所以这才能，你要往这方面去相应，就是你实际要去做。所以已经开启了，然后运转了菩提心的觉性，菩提就是觉性，去观察自己是不是常常呢自私自利等等一切，那你怎么样把它转化？啊，实际的行动去做，所以就要怎么样培福啊？啊，智慧才能够同时的怎么样？ 知道一切都是如幻的我，我做如幻的业，而产生的智慧叫如叫幻智，所以叫多发心啊，发什么心？菩提心啊，所以我叫什么？开启，开启是第一步重要。你有道理，告诉你了真理，告诉你，但是要帮你去做，得靠你去做，要运转，就实际去实践。 所以说，师父说，出家一定要了生死，修行一定不能怕吃苦。那你认为了生死也是要相应什么真心啊？有没有个我真实在修啊？有没有一个真实的生死很很可怕、啊？为什么？有真实的生死啊？结果生死的这个法的实性实相是什么？无相，是空寂。你这才叫做念念相应真心哦。 所以你都要连贯，不要听到说哦，我赶紧要了生死，然后呢，哦，你不要怕吃苦，因为有个我，然后有一个苦，怎么样？说呢，你你可能就做出一些不同的行径，跟别人呢，就怪异的行径就出来。所以就不能怕吃苦，我去蒙阿波，去去坟墓那边去修行啊，等等一切一切，故意跟人家不一样的，啊，知道换修。 对治幻法所做一切幻业，你能够通达这一切，也是要幻智不可得。这才叫念念相应到真心呐、啊，才是说出家了生死、修行不怕吃苦里面的真意里头。说你不要扭曲里面的妄文呐、啊，断章取义哦。好，休息十分钟。好，我们接着上课。 所以，果如师父教我们呢，只要一念不相应的，说是法的无自性，也就是空寂呢，我们赶紧要提起功夫，时时刻刻在上面努力。这样子呢，你这样的正确的方式努力，就会让我们福德智慧具足，那清净心就不不较不容易受外缘的障碍来牵引。 而同时，你对事情呢，这些的啊、呃，我们这个我爱我贪我嗔我痴，成效的分别呢，比较容易放下。所以我们就这么一直做借假修真呢，所以清净心就比较容易现前。确实，这不是只有道理的说明，是经过实践以后而有这番话的，呃，这样的一个耳提面命啊。 就是，你现在明明明知道自己本质具足的佛性，但是你现在还有障碍，所以要借助这个，用这个心呢，啊、呃，这样的这个去做这样的修行，啊，实实在在上面，但是要以正知见为眼目来引导我们，才不会盲修瞎练。所以叫做什么？换智在对治幻业。 那一切都是幻法啊、哦。那在我们的清净心就容易现前。那师傅又把他刚才所讲那些，或前面所讲，又把进入到一种我们比较呃明白这个自己在各个状况下，用比较直白的话来告诉我们，说修行的时候不要落在我是怎么样一个修行人，你看看对不对？ 我刚才一直讲，包括以前也，是，我也发着空愿，说不开悟又怎么样怎样？这个就是落在有一个悟净，实在有一个我在修，所以师父就告诫我们，不要落在我是怎样一个修行人，也落在这里面，你就会怎么样着相啊，就产生我慢，就一个有一个别人家呢骄傲的心呐、啊，贡高的心呐、啊，所以他那叫做什么，看人家呢。 狗,狗说：“南京叫狗眼看人低哦，等等。”所以师父说，看到很多说有这样的状况，比如说很多人剃了头跟不剃头其实一模一样。那你剃了头，穿上身服受了戒，就当自己是僧宝了，当自己是师父了。啊，那在家人就应该来听从你，来跟你学习，这样才叫做净法、净师、净僧宝嘛。那师父就回应到的，我们。 一个人要对待别人是如此，但是你要怎么样扪心自问、自问来检、做检检点呐、啊？我何以为什么申宝啊？我是不是跟到法的实相是空寂的，是清净圆满？我相应了没有？才叫申宝哎、欸！你你拿的共高我慢呐、啊，何以能够升起这样的一个慢心呢？所以这时候。 你就是在这里，师父说你没有相应到一切是清净的、空寂的，还没有相应到提起功夫，那是功夫。这时候就师父就告诉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修行是为了自己的生死呢？但我念念都烙在分别里，这叫做生死心了、啊。你你剃了头啊，换穿上身服啊，好为一个出家人或叫法师，真的如此吗？ 所以这个这这就很实在的修行，用在你的生命啊，不是在经典里面绕那些文字说的都是佛菩萨啊，跟你有什么相干呐、啊？所以，我真的，我师父讲的，三十年前、三十几年前，他一讲，我就相应。我说法是拿来用的，是用在自己，不去去看别人的问题啊。我、哦、要看到师父讲，六祖大师说。 啊！你说人家的过失，你当下就是进入到过失里面，不在那个人，是你自己呀、啊。哦，我说说的真好，真的。我每次看到那些人在争吵，都是在为这些问题。我现在想，有这么严重吗？啊，你们要把这个事情发酵酝酿这么久吗？啊，看你们都愁眉苦脸。啊，事情不是要照做吗？你不做好，老板要要喷你，要 K 你，要你卷铺盖回家吃自己，你能够奈何呢？ 还不老老实实的把事情做好，轻松快乐一点，不是很好吗？我看他每天在那争吵来争吵去。那时候在想，我小时候就一直在探索什么叫生命的真相，只是我不知道那个怎么维和。但就就这个大疫情，因为我受用不到生命的实相，是一种美好的、很庄严的，我体验不到。就是看他争争吵吵，再加上家庭的家暴的问题，我一直在思索，到底是什么啊？ 那我就看啊，有的人就可以过得很高贵、很清净圆满啊，有的人就为了芝麻绿豆的事情，他们转不开、化不掉啊，苦谁呢？都是当下制造情境的人才是真实的受害者。但是我们没有佛法，给我们什么当头棒喝，就醒不过来，都是别人的问题才害我成这样子的啦。啊，好了，真的有人害你啊，也要从你自己处理。 开不是嘛？你要别人跟你对不起又怎样？你多一块肉，或他不跟你道歉，你就少一块肉啊，又如何呢？日子要照过，没有你，地球照运行啊。为什么不想开一点呢？想开叫智慧了，去运用，把佛陀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要来用来帮助自己，每天活得快乐、轻松、圆满、自在呀、啊。 还无尽的感恩，对别人是充满的信心。不要老是看人家都是不好的，然后觉得自己都是做的尽心最好的那个啊，为什么得不到人家的肯定跟赞赏？那你就永永远活在别人的阴影中，人家给你一样啊，你就一样；给你怎样啊，你就不行怎样。所以师父跟我们讲啊、哦，个人的修行，个人的生死啊。 我关他人呐、啊，所以呢，念念的生死你不能了，有没有？你起心动念都相应到，我爱、我见、我贪、我嗔、我慢、我痴，那叫念念的生死不能了啊！啊，你存有侥幸的心啊！啊，认为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到时候一定会来照顾你啊！没有正式的修行，你不用等到那最后一刻。为什么？你念念关到的。 观察到的人事物，就境界来临，马上你就被劲风给烤倒，烦恼就现起，烧得你什么全身遍体鳞伤。所以呢，这时候的境界来临，你失掉自己的清净心，就怎么样？思念就掉入生死。所以这里又重复啊，你一思念，一陷入到生命的。 这个困境就是情绪或叫烦恼产生，就要提起正念。本来没有我，六祖大师何处惹尘埃啊？拿来用啊，解困啊！我师傅教的多多好用啊！你一觉察到，你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叫失失的正念，都是说别人，都是他害我。所以你想要。 把你的觉性，就是佛佛性或叫菩提心，都叫做觉性。菩提就是梵文音呐、啊、波提，d 它意思就是觉觉什么？人人都有这个觉性，去做觉察，进一步的觉照，然后怎么样觉悟？一切法确实是平等，为什么？因缘所生法，而法的当下都刹那刹那变化，所以叫它什么如幻假象。 那佛性的佛也是代表觉，觉性啊，圆满的就叫做佛陀。所以，你，要能够呢，听到佛的道理以后，每天让自己呢，简单一点，轻松一点，就是这些妄念呢、啊、不要那么那么的炽盛，你才有办法去觉察说哦，我失念了，失去了跟正念的相应了，那时候你才会要怎么样觉察到，才要怎么样。 要去提起正念，才能够去觉悟啊！说，哎，不是你认知的那样，叫时有的好人、坏人了、啊，实际的好事、坏事，你就不会一直在往里面钻到死胡同啊！啊，所以说你要提起正念，那这个正念就叫修行哦。所以在家、出家、示众父子共勉语，都要如实的这样去修行啊。所以师傅说，所以修行。 是在失念以后，才要提起正念的心来关照，用智慧去圆，用智慧圆周。你面对到当下的人事物，跟你互动的时候，你就要用智慧去观看，叫叫智慧去圆。那这么做就是什么？相应到自己的清净心，也就是什么？清净心有没有实际存在？所以有这个智慧啊，哎，这个心的关照可得啊！你看呢、哦？我师父就马上讲啊。 什么叫智慧巨缘？就是相应智清净心啊！清净心是什么？以幻智来做幻修，这个都是佛陀在《圆觉经》确实教我们的方法，好用哦。我师父也通过、哦，我自己也有印证哦。所以不是在给我们什么以盲导盲，是建立正确看待世间的这边的认知，叫做知。那这样的认知以后，这样的一个见地，才会让你怎么样？ 步步踏实往法的实相去进行，所以我们的生命才有五根啊，你才会产生什么性根，然后佛陀教导的正确的方法，你才有信心，一直一辈子一辈子做下去，然后才会精进不断的一辈子一辈子完成，然后你的念才会念念相应到自己的清净心，就诸法的实相，一切法都如幻假，当体空，而如此你的当下，你的这叫正定，无一刻。 不安稳、不统一、没有涣散，叫信、静、念、定，还有我们的慧，而、哦、我们自己的慧根，才能够不断的产生它的作用啊，不会一下有啊，一下就迷失，不会的，既然根就已经长出，而能够抓地的踏实了。 这都要靠自己。刚才说你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我说那下课当下，你可以帮忙做一些事情，这就是培福。任何的福你都不不失去这样的机缘，叫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因为没有人知道，哎，你自己的良知，你的四田种子如影随形，你所造作的种子都没有任何损失哦，都要你自己去买单，别人付不了，买不了账，为你自己。 所以呢，这里就在谈到了修行。什么叫修行啊？不是修你本来没有的，是当你失恋了，不是失恋了，是念。你的错误的认知说，有个实际的我的苦难，实际的我受伤害，实际的可恶的人，实际的事情这么烫手山芋，哎，这叫失恋。失恋了以后，你要提起正念，而用幻字来换修。 那么时时刻刻都在清净心中，就没有修不修的问题。这又是重点之重，就是为什么说一切空寂，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为什么因为空寂故，才要讲幻智在幻修，而回归到重要的问题，没有修不修的问题，就是回归到禅宗祖师在他修正的内涵跟过程所展现出来的语录，就常常的提这个问题：有没有修跟不修的问题？ 乃至于正不正的问题，你不是修来以后你才修得这个你的清净心，是清净心本质具足。那佛陀在《楞严经》在《华严经》，本来具足跟佛一样的智慧的妙德，自用而但因妄想分别而不能正德。说是人人本具的。所以你修什么，修除你的错误的。 认知就是在分别心，然后这些东通通叫什么？颠倒。你把它修除掉，你的真心或叫清净心或叫菩提心，才能够产生它的作用，照明。确实是缘起法平等真平等，一切都是如幻的假象。刹那每个法的如幻假象，就是不断的在生灭，生灭灭到后面不存在，而不存在又形成另外一个法里面的一个。 一个要素，这样的一个认知，你一定要不断的听呐，你熬得住了，跟对善知识给我们的正法，不要曲解佛陀的教义跟教理。你熏习久了，你就对呀、啊，你看看待事情眼光就对呀、啊。这如幻我为什么一直栽在里头啊？那就是我自己的定光平常的功夫不够啊，打坐就在瞌睡啊，啊不然人就在妄想啊。 那你你你的真心怎么显得出来？显不出来、啊，被你的妄想，然后在瞌睡当中呢，把它覆盖住了啊！所以你的力量的那个原本具足的这个定会的定，你就无法呢去怎么样处理你的昏沉，处理你的妄念杂想。所以就是要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是换我，没有我。 但要不要起这个幻字，把佛陀教我们的方法真的落用在每天固定的功课？要怎么如待大兵啊？不是随随便便草率，哎，没人看到啊！啊，我我我也不是故意啊！啊，我就没办法，你自己要设法。一定佛法讲的四圣地的极地，一定有它有因有缘。你自己的习气没有办法让你做主，成为生命的。 自由人是智慧，跟慈悲自己，你才能够真实面对无始来造作的这个喜染，你才不会被宰制啊！你会尝一句哦，我很努力啊，我没办法啊，我也经历过啊，但经历过你自己的定力和智慧的运用，确实没有一法说可以真实的困住你，都不是真实，都可以一一排除。 所以这里呢，重点是说，哎，时时刻刻清清心就没有修不修的问题哦。如果觉得自己是个凡夫，处在生死里，那就不要指望可以跳出生死。你看，讲得多精辟呀、啊！你认为有一个凡夫，认为有一个真实要断除，那你永远就在那个什么生死大海啊，游不进，游不完呐、啊。 你就让自己不肯上来啊，是你自己不肯上来，不是的，生死把你绑住，你自己不肯放开自己的束缚。所以这里就一个一个哲学或智智慧的一种的抉择说。说不跳的时候没有沼泽，也就没有现在沼泽里面的人能够如此，那就是奇。 的作用，真正智慧的修行，为什么没有我干嘛有要不要跳不跳的问题，也没有所谓生死的泥沼。确实，啊，倘若你跟他起冲突，你相信到没有个我真实的好跟坏，我已经尽了这个力，上面所呈现的你认为是缺憾的、不足的相，我也接受了、啊，但是我知道我要努力呀、啊。 但我不不掉在说，我要跟我在努力，然后掉在一个时间下，掉在一个成绩说啊，我什么时候达成了、啊？啊，你就会计较啊，啊，不行啊，我这个事情还没做好，你不得叫我做这个事啊？你看，是不是又矛盾开始了？就是这样啊。所以以前我在公司做事，我是苦孩子的，的人半工半读，我就读书做小妹，啥事都要干呐、啊，厕所蒸便当、茶水游戏。 寄信、处理信件、接电话，然后董事长的客户来，啥都要干。然后人家看你伶俐、手脚利落，都不用人家，我一看就会了。为什么？苦孩子的家里看妈妈怎么辛苦，你就在心里啊，说妈妈好辛苦哦，好伟大，哦。这叫耳濡目染。这就是我们的智慧的清净心里面的功德种子就产生作用，不用人家，我一看就会。然后一看我自己实际去做。 做的不对，我也知道修正哦、喔。我想那时候我怎么那么善巧？小小的小孩，十五六岁、七岁就是做这些事了。哎、欸，也很会察言观色，但我不是谄媚哦、喔。我就知道什么，像两码，看到边的影子，我自动就往前走了。不要等那个老板或董事长或管理的主任经理说：“哎、欸，小妹啊，你这个怎么还没做？那个怎么样？”都不用。哇，人家看到我做事利落又做得好，又又有。 因为这这个就做的很干净，这样子，哎，很多人说小妹，你可以帮我去做这个那个，我说好，好，好。因为那个没接触的业务，就必须他要口授给我怎么做的流程。如果在我的业务范围，我真的很聪明，而且很乖巧。为什么？我用心在看人家怎么做，那做不好在哪里啊？如果换做我，我要该怎么注意？哎，不用一点就通，而且做的很久，哎，做的很好。 叫人家说你再帮我做，我不会说啊、哦，我事情做不完，然后我可能利用空档去做，因为我是读夜校，白天要工作，我要赚我的学费呀、啊，让妈妈不要那么辛苦啊。啊，所以我说啊、哦，我有点时间，不是可以写我的作业或读一些书？我没这么想，为什么？我在工作就好好工作。哎，真的那时候我怎么会这样？我也搞不清楚。嗯，善根吧，<laughs> 就扮演好角色。 不不，一心多用，用这个用那个，然后弄的没有一样都是，就好好做，哎、欸，做好了，慢慢的，积然到读到大学毕业以后，哎、欸，在这公司就提拔你，从换到又换朝另外公司，由基层做起，哎、欸，就到这些的经理的主要的这些的位置了，从基层里面的辛酸苦辣，一一经历过。 你才能够同理心去引导跟你配合的人，你才有耐心了。要好语、好好口气、好脸色跟人家互动，而不会说：“嗯，我是你的上司，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跟我说呢？怎么可以推脱啊、哦？”你从那个苦的基层已经看尽所有的的，你就知道你怎么可以这样在如出一辙，好像就把你那个那个什么怨媳妇再一次重演，哦、嗯，就不会了。 就用同理心感受人家的一种，那种的，呃，种种的一切的状态，你就不会再再再去去去伤害别人，好像就在伤害自己一样。所以人生啊，没有说苦不好了，所以苦，才会让你知道这个苦你怎么有办法出这个苦，放下这个苦，也得靠自己。 所以想想那在妈妈这样辛苦，爸爸的一时的这样一个不清楚状态而导致这种情况，你没有真实的不对啊？或真实的对？哦，我就放下了。还没有学佛以前，我就我说有一句话，我妈妈叫我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你可不能这样来怨怪你的父亲。所以我的家人就我成为爸爸的沟通的桥梁。哥哥，你去。 姐姐，天你去，然后爸爸发生问题也，我小时候睡觉，还要读书，很早三四点就被挖起来。你去帮爸爸请假。那每次去请假，那些的，爸爸的同事都看着我啊，你要帮你爸爸来请假哈、哦，又喝醉了起不来哈、哦，又不能来工作。人家的酸言酸语，我就低下头，然后，就是我来请假、啊、怎样啊，就赶快走了。 所以小时候落下那个心的阴影啊，就告诉说，长大一定要好好做人，不能这个样子懒惰懈怠。所有吃的苦不是你一个人，你到时候跟你建立一个家庭，那些孩子你是不是跟着你受苦啊？哎、欸，我爸爸就是我的镜子诶，他就老是在教我一样，也没人教我佛法。我我一看就，对呀、啊，那照妈妈多辛苦呢，还有哥哥他们也是。 不安全了啊,啊！我自己心也不安定。哎，那时候都会想到这些，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想这些。现在回想起来，嗯，哦，是这样子的。这就佛法讲的苦地、极地、灭地、道地。说你明白了以后，你懂得用适当的方法，就有正确的心态，你的行为才会做得不会伤害别人、伤害自己。你那个苦才能够灭除啊！不会一直在苦里面钻不出来呀、啊。 所以，呢，经过这一些啊，才知道都是我的老师，好的老师。而真正让我能够成就的老师，就是我那一场生大病，我才肯停下来，看看自己，然后所做一切的行径，是不是跟法来相应。所以，感恩一切的逆的缘，成为真上。 自己的菩提心，说每一个因缘没有真实的好跟坏，种种的对立真实存在没有哦。所以古老师傅跟我们讲啊，我们不要盲修瞎练啊，认为有个真实的法，包括自己啊，都是空寂，没有真实存在。所以呢。 如果你盲修瞎练，那你越修呢，可能越起幻智，但是你不认为它幻智，你以为真有一个真实的智慧存在，有可得，就是可被你掌握住。师傅说又是错哦，你看都智慧。 把佛陀教我们的智慧真实法一直在为我们把关呐、啊，你不要陷进去啊，要害了自己呀、啊！更可怕的，你为人师长是以盲导盲，那个因果的罪业无法比拟的可怕呀！你知之而知，不知不能说你知。 所以呢，我们说那个在受持这个不管在家居士的这个五戒啊，有个妄语，最大的妄语是什么？未知不知道的知，但是你对人家说“我已知”，所以叫未知未知。第二个“未」称谓的“未」，就是跟别人讲“我知道啊”。那未」正呢？ 你根本还没有证达到的这个果位，却跟人家讲我证得地几地菩萨地啊！哦，我是地几果的这个声闻的果报，啊，叫位证。呃，第二个位就是言字旁的称谓的位，就跟别人讲位证，我证得了，这是最大的妄欲。呃，这是要下三恶道的。所以师父讲说。 而且，真正的智慧修行，不是有一个真的智慧，有一个我在修，或有一个得的果报。究竟的果报是什么？涅槃果跟菩提果啊。涅槃果就是生死不不在了，不再困扰你；而菩提果呢，而真实就没有这些烦恼再现起了。 所以说，你越修就越起这个幻字，当你把幻字当作真实的，那就是错。所以师父在举出经证，佛陀确实教我们，确实生命可以受用，清净圆满，一切即灭即然即净的，才是真实生命的受用。然后说《圆觉经》云：“以幻还修于幻，将幻还除幻，依幻法来除幻业。”最后。 离一切换就不换了，都是重点重点哦、喔。这前面都说过，只是就把圆觉经里面又把浓缩的。其实这个好像都我上礼拜都讲过，我觉得它太重要，再重新讲一次。那这个相当于耳根源通章，上礼拜也谈到了观世音菩萨的耳根源通章，就是后面说生灭灭已。 就是用一切换离一切换，然后即灭现前。就这里圆觉经讲的，跟楞严经呃，跟你观世音菩萨所讲，跟圆觉经所讲的是一致的。就不换，这个不换的不换，就是自己的即灭性，就清净心的即灭性或真心的即灭性。那不换是什么？真实的东西便显现。真是什么？ 相应到极灭性，识呢就产生那个作用，照明一切当体空是如幻的假有，所以你产生自用，就排遣的迷惑，而且能够善事自用，善事整个因缘的这些的特征，而用它来转化众生的迷茫，或建立一个很殊胜庄严的世间，所以。 你要善观因缘，善事因缘，就是这样。那善观善事叫你智慧的作用或智慧的功能。所以说，和师傅跟我们讲，当自身陷入不自由、有生死、有苦的时候，一定时刻要用智慧观照，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说呢，你这样子做呢，不昧因果，而且怎么样，不错失任何因缘。说你不要看说小小的福报不去做。 因为都是你菩提心在运转，那起心动念都在菩提心相应，到一切法都是清净即然的。所以你踏实去做，才会相应什么？我患字起修，起患修，对事换业，所做一切都换法。所以师傅说，以上讲这些观念，不管《圆觉经》、六祖大师所讲，这些观念都很重要，才叫做正知见，正确知了。 一切世间的这个实相，就是无相，就是如幻假象呈现。而这样的一个见解，你才能用这样的去引导你的身形、口型、意形，表现在什么待人处事，才是真实的生命了、啊。不会迷迷茫茫、恍恍惚惚就过了一生。 你这样的一个习气啊，你未来的生命也是这样恍惚间虚幻过一生了。所以这一直教我们怎么修行啊？佛陀在《缘结经》《法华经》《楞严经》各个经典都在告诉我们修啊，怎么修？起幻智的修，不要把幻智当做是实有。记下来哈，所以《心经》才讲无智啊。 连这个无字的，这叫幻字，要怎么样？亦无得，也不可得。连幻字，你看，连幻字不可得，不是只有把幻幻字当石油，也不可得哦、喔。就通过一层再放下一层，没有任何一法真实可存在。所以说，借着幻字而助心看境，这是任且经，任且中的顿渐门，因为借由幻字的修行呢。 来助心了，使得本来奔腾不已的心能够比较不产生分别妄想。那停顿在一心的状态，而参就看到心本来是宁静的。你看，就是不得已借这个方法来知道我们的心本来是宁静的，就本来就统一的。所以楞严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戒教勿终，可是不由他教。你看。 纷纷努力，纷纷积祸呀！哪能够他人给你消灾免难呢、啊？哎呀，佛啊，我今天要来拜你呀！啊，我要拿四种果来供养你呀，啊，你就要给我消灾免难呐、啊！佛陀在论前期讲说，你借这个佛陀的教理，然后去去参悟或证悟到。 宗就是指你的清净心，或叫诸法实相，本人就是清净即灭的，啊哪是有谁呀、啊？能够把你教的，他给你的，因为是你本自具足，谁也给不了你呀、啊。那你自己纷纷怎么努力耕耘，就纷纷自己自证自获自得，自得什么？你本来有的，你会用了。啊，自证呢，你确实能够用的怎么样？ 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空间，你恰如其分的做好。所以要自己体验，知道心性本净，不由他教，这叫禅宗的重心哦。心性本净，不由他教，所以叫什么？顿正、顿成、顿圆、顿满，因为本质具足，因为不由他教。 所以这就，这个任谦中讲的戒教敏心，敏心就是达到一心，目的就要达到心性本净。哇，这阅读这个道理，又就知道自己修行的过程确实经历到这些，所以不由他教，是不必借由他人来传授和教导，这个人人本来就圆满、很清净的。 然后再看到这，师父又把我们整理，佛陀有八万四千法门，这么说的法门，叫做所有的禅修都是让我们体验心性本净，都都要把我们整理出来的，哦，条条罗马要通哪里？通这个心性本净。那问题哦，你要知道这个净为什么是净哦？ 师父在告诉我们：主师参法的参话头，不懂就去参究，或者就是看境看心。那你这里看境看心，不要把前面讲的又把它怎么样混淆在一起。说有一个真实的镜被你看哦，被你照顾，看就是照顾了，就让你心不要跑去什么妄想分别而产生的烦恼。 这个静就是就是空寂的，没一个法真实的一个存在，包括这个心也一样哦，没一个心可得哦，实在哦。所以这里，这里说，师父就说你你不得已借由这样一个见识说，说有个方法呢，有这个相给你看静看心，给你心有所安住细缘在上面，才能够体验到我们的心本来就是清净，本来就宁静的。 才知道一切法确实是无自性不可得，所以这时候呢，师父在谈到说，所有的修行的方法都要让我们真实自己去体验到心性本净，而这个净，就是指空极，而空极能够产生一切智慧的妙用。妙用在哪里？你沾着说啊、哦，这个境界真好，知道它是如幻交有，说你不贪恋它，马上就舍离。 然后又碰到种种的光怪陆离的景象，不管好与坏，你也怎么？这时候清净心的这个自用是什么意思？也不驻着在上面。我以前就修到这地步，好可怕的恐怖像，叫恶根。人家有善根显现，我是恶根。哇，看到那个境界好真实，冲遍虚空，而已经包容了我的身体都吸纳进去了，跟它成为一体。我把它当石有了。 产生了一丁點,点的恐惧心，那个境界就化为不见如果我不帮他持有，探原他的相本来就是假象无相。那时候我的定力跟智慧的作用更深一层哦、喔。但我的政治界没有正知产生力量，我把它当做实际的相，而、哦、有恐惧的。一心念起那个定的心，成片的那个相马上就不见了。 事后跟师傅讲，师傅说：“你怕什么？就没有个真实你的我存在，你你怎么样去有真实的我？然后把那个真实的镜，把它抓着，然后让你起心动念，说有个恐怖象所说你要知道为什么叫什么？真实的像是无相啊，因为它的体是空寂，它的性质就是无自性。哇，这个政治见不。” 不要不断的熏习，然后不断的去体验，去相应到你那一份的什么信心跟这个一个力量啊，才能够确实时时涌现，在你面对一切的境界都能够发挥那个效能，让你呢远离种种的这些的脱离解困而去年解福。 那师父这里呢谈了以后，就担心我们以后去说啊、哦，有一个真实的净，被你呢照顾的实际的存在，啊，有个心也可得，所以马上把六祖大师这里谈到说：不思善，不思恶。也是说，没有善的这样一个著作，也没有个恶的跟他对立的一个存在，这样的一个两个法的对立的这种存在没有，就不思善，不思恶，在那个当下。 那个清净的实相是什么？也就是没有一法可得，没有一个相存在，这种清净的实相是什么？那师父说，这个方式是属于楞伽中的顿剑门。那这个顿剑门呢，为什么有顿又有剑？ 同瓜主事禅都是顿门，这个方法是跟顿门里的渐修。顿就是当下法就是具足，但是你现在相应不到，就用渐修的方式，让有个法或这个相给你安住在上面去应用。但是你渐修呢不著着呢，说有个真实的一个果功果可得，那当下就是什么？ 相应到顿门，所以这里的认切中是采用的顿剑门里头呢，它不同外道。为什么外道呢？他认为有个真实的智、真实的法，因为他认为一切都实有。而我们佛陀所教的以认切中来讲，知道一切都是什么如幻的，算幻智、幻法。 那这样的一个换车换房呢？呃，在剑门的修行，怎么从一个相去遣除一个相，最后才能够悟道？那如果一直不能悟到，就一直落在生死里头，那就叫渐修哦。所以渐修呢，你不足在上面，确实知道无意法是真实的，没有真实的存在，所以这时候你才能够进入到什么？ 这个顿门确实一切法是清净即然的，还有种种的这些妙妙法的呈现。所以谈到楞严中的顿渐门，是指心性本净，但是需要借教来悟中，借一切的修行来悟自己本来的清净心。那清净心本来就顿成了，是顿门里的渐修的方法。那谈到这个顿顿门。 是怎么不取看心，也不取看境，嫌其心有所住，又立境相，但是什么？只是以幻化幻妄来改易幻惑幻妄，并不曾直达心源。所以这里顿顿门就是指六祖大师的禅法从达摩开始呢，我们称为祖师禅。 这个你都要清楚，禅宗里面从达摩初祖开始就是祖师禅了。达摩从西天来到我们东土所教导的这样一个法脉相传，就是禅宗的都是祖师禅。早期顿且宗的祖师禅是称为顿门里的剑法，刚才还有方法直接给你啊，所以它不是直达心源。六祖说直指人心，当下就是什么？ 见性体验到一切法的空寂无自性，就是什么？就是佛。见性成佛啊、哦！所以在师父在跟我们说明到四初主是这样，是顿门里的见法；四主五主的时候，就用佛陀教我们的般若、般若系的般若法教大家修行。那到六主呢？ 顿是远离一切文字经教，直指人心，直取真心，见性成佛。那这属于什么？顿顿门？为什么？说什么叫顿？本质具足，不是渐修，当下就是，所以叫不假外修，所以叫顿顿。所以不起看心看境，因为心有所住呢，就有一个相可以去参，还是忘。所以这次我们就看果如师父在七月份。 的到十二月的六次，怎么用六祖大师的这个原汁原味的祖师禅教我们？那如果看我们当下的根基没有办法相应，师傅就要怎么样？再使用像这个四祖、五祖或初祖里面的这些剑法，不得已而为之了、啊。但是你剑法你不著作在当下，你才能够什么？剑法当下就去相应到就是遁门了，遁法的相应了。 所以这里说不假外修，才叫是六祖大师所教我们的顿顿的这个法门，顿顿门。所以见顿见门里头以幻妄，亦幻妄呢？比如说怎么说呢？众生执着有身心可得是幻妄。现在你告诉他，因缘所生法当下是空，他知道因缘所生法当下是空，如此人空了，但是怎么样？ 认为因缘所生法当下是空，是不变的，是实有的道理。然后因如此就变成法不空，也错哦。能够证到人空就是我空，但是对法不空。我们说因缘所生法当下是空，对，所以这个道理的叫做什么极灭性，或者叫空极，它是什么？ 不变异性不会因为生灭的变化，它就有所变化，所以呢，心境叫做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了、啊，不来不去不去。但是呢，我们没有相应到这里真实的毕竟空寂，会把这个不变的真理当做实有的真理，错误，那就所以说到大圣，你看师父说一切诸法皆空，连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的这个法也不是实有，所以我们现在楞严经就一直在上这个，说非因缘法，非什么自然法，这虚空的一切。你当时说，哎，好像就是自然，它突然就会蹦出来，不用借助因缘了。那阿难就不清楚，佛陀，你不是教我们因缘所生法，当体是空，那你为什么现在讲就非因缘呢？那这里就在讲了，大圣说一切法诸法毕竟空寂。 所以，连因缘所生法呢？佛陀的就在就是说，你们也谈到，我说即是空，所以代表，连这个真理的空也是什么？不是实有。所以说，没有一个亘古长存的因缘所生法，所以连这个也要浅除，所以才叫做以幻妄来浅幻妄。那如果我们不懂，就永远留在幻妄里面了。如果你懂，也是什么？用幻妄的这个智慧。 而去处理呢，你迷惘在里面的的东西叫除掉幻妄，那最后哦，那个幻妄呢，你一开始能知道那那个是幻妄，但是最后你也不必遣它，为什么？它自动遣除，它本来就空寂，不存在，只是刚开始我们仍然要假借它，所以叫做呢有个幻我其的幻字，去对除这样一个幻夜这就错误的行径。 然后所做一切都换法，所以这里就谈到，你后面也不用钱了。为什么他本来就不自在？那时候你清楚明白，他在换法，我还要去钱他什么？就好比一个笨蛋，对虚空出拳，说你要报复出这口气，有用吗？你就是多此一举。所以这里说到最后，你不用钱他，他自遣，但是前面你还要假借他这个换法。 而、啊、来处理你的这些的不不清楚，而认为它是在实际存有的，所以借由它来除这些幻法。为什么这些法本来就不存在，只是你错认它实有，所以不得已借由这个方法来处理这样的，所以一切都叫做什么幻法、虚幻的这些的所做的一切行径啊。那这里就举出了。 禅宗常常举一个例子，有个东西在上面有个孔，被圆木呢，我们把它称作 A 木，它拴住了，那拔不出来了，因为那个圆孔呢，已经在卡在里面了，说你手也不够，够它去把它推或用什么方式出来，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最好拿另外一根木，以下称为 B B 木，从孔的另外一边将 A 木敲出来，而 A 木离开的那孔以后呢？ B B 木也拔得出来，那如果 B 木拔不出来，M 解开了，那出来了一头又塞了一头，跟不出是一样的。所以呢，当 M 开在塞在里面，你从另外一边比这个孔径的长度还要长的，或比这个 M 还要长的这个 B 木呢，你去敲它，把原本卡在里面的 M 敲出来。 那 B 木的长度够，它还在外面，你是不是就可以拔得出来？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你就是呢，一开始就要知道，让 M 出来时，一定要取比孔还要小的 B B 木来敲出 M，那那 B 木就也可以容易取出来。所以同样的道理，所以一开始就知道它是换腕，就不会限住了。 所以你就会认为说，哎呀，真是卡在里面，我我没辙了，没办法了。那这时候这时候你智慧的妙用叫智用是什么？是不是举出的 B 部 A 部那孔比较小，它就容易不会卡在里面的。所以我刚才是用长度，是不是用那一个比较更细的，没那么粗，卡在那个孔洞里头，它那个木是不是可以那很容易被移动了、松动了？ 所以这谈到顿教门里的见门法，早已经知道顿也是一个幻字，重点哦、喔。说没有一个法是叫真实存在啦。说东一切都如梦梦幻泡影，连那个字，我们的顿是本质具足的，具足的是什么？就是空极的智慧啊，就是如幻呐、啊，幻字啊。所以师父才说，早已经知道顿也是一个幻字，因此不会停留在幻字，所以不会像小圣。 得到三生四智以后，以为这些是实有，所以我们昨天在读永嘉玄觉《正道歌》，哎，永嘉大师就提出啊，各个,个人人都具足三生四德是那体中圆呐、啊？那体中圆的意思，跟小圣认为说有个实际的这个受用的三生智德四智，而永嘉大师怎么体现体中圆？体就是空即即灭的。 才能够真实的圆满呈现我们的三生，法身、报身、应化身，乃至我们的四种本质具足的智慧。免除了有一个我的为实际的存在的中心，开发出去，这些都不存在，叫做平等性质。而平等性质免除了以后，就让我们的第六意识能够妙观察一切法的殊胜不可思议之处，叫妙观察智。 而如此，才能让我们的眼示到我们的身世叫前五世，能够怎么样办好所有的事情？叫成所做的智慧。你一出手就把事情办好了，到位了。这像佛陀的一个一个语言的一个作用，就是成所作智的作用，叫什么？不异于者，能够一一言盖光一切。 就不会啰里吧嗦讲一大堆，他知道这众生的心行根基所有的问题，他就能一言以蔽之，就不会一语讲了一大堆。像我们要说好多好多好多，因为我们的心行还相应不到那里，所以要假借这个文字语言啊，你要知道哦、喔，文字语言是什么？也是如幻的幻法，那你不要呢？就抓着说禅宗里头说用指。 指头来指出月亮，指出我们的清净心，像月亮一样的原名澄澈，呃，空寂的。然后你以为说啊、哦，所说的就是这个文字，这个指这个指头就就叫实际的清净的法，这叫清净心。结果你看，你就沾着在上面了。所以说，在永嘉大师他说什么“三生四字，体中圆”呐，体就是什么？ 空即即灭的这个空性，而才能够让你真正的在生命的当中去印证到，什么叫法身是无形无相，什么叫报身智慧的妙用，什么叫于这个应身相对的这个应身扮演好你你生命的各种角色，就是应身啊，种种的作用你才能够去怎么做出来，而体验到。 本来生命就无所不在，跟大家共同的生命体。那生命体的话，你的妙用在在怎么解除生命的困顿，开发生命的圆满，让世间更美好，就要报身啊。那报身，你智慧的用要怎么实际有你生命的轨迹，跟大家共同完成叫应生啊，应对这个身体出来作用啊。啊，你做妈妈的不是要应生吗？啊，你做人家妻子的，做人家员工的，或者是你开开公司的，做一切事业。 依靠你这个身体应生才能够完成呢、啊。所以说，我何以能够这样？因为体中原，而我们的清净心有这些的，不管三生,生、化生、报生、应化生，哪一种四种智慧的运用，都因为空寂才能够应运不同的状况，而去真实受用你生命的这些功德。说第四个智慧谈到什么？你成所作智把事情做到了。 到位了，还要怎么样？无限的去推广，到无量无边的佛国净土，叫成大圆净智。那个大无法有有边界可形容，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达到当下的因缘，一切都圆成，而且让大家什么满，就是做到非常极致的，在那个当时的因缘底下，利益到众生，成就这个种种的净土。 叫大圆净智，镜子那般的随应现的整个因缘，你都能够处理的非常的圆满。说这里谈说，师父说不会像小圣得到三生四智以后，以为这叫实有，现在里头，啊菩萨就不一样了。菩萨发出的是要菩萨的什么叫意思？上求菩提，你本质的菩提心就觉悟啊！觉悟什么？一切都是幻化呈现的。 那菩那菩萨的萨叫萨多，就是有情世的生命了、啊，而有情世的生命往什么？去往佛国进度，往什么自己的菩提心，就是佛国去开展。那如何呈现呢？就在众生当中去帮助众生，叫菩萨行。而菩萨行的用意就是让众生每个都叫我们说什么提升人的品质。而菩萨的这个佛果呢，就要一个净土。 叫一个佛国净土，所以叫做什么？庄严佛国净土，叫承熟有情严净佛土，所以才叫菩萨哦。那菩萨就知道，这也是智的一种假功能呐、啊。啊，你会不会就不会执着在幻法上？但是我们呢，众生把一切法当作实法，是啊，你讲的实法，我说我哪有？人家骂你一句，你就当作真实的那个骂。 早就声音不见了，脸色态度也都不见了，但是你把它当做是真实，然后有个我真实受伤害，然后衍生真实可恶的那个人也永远在那边伤害我，也叫做司法。你看，你要说你知道，你知道啊，你做呢，都在伤害自己，你真的对不起自己啊，是不是啊？所以这里说。 是不是说我们众生把一切法当作施法啊？告诉你一个换换旺的法啊！好不容易用换遣换，好不容易用换旺的法把原来的除去了以后啊，又将这个换旺的法又执作为使用，你看啊，真的我们就是这样，换汤不换药，每次就这样。所以我自己修行过程以前就是这样，才知道师父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现在明白的，自己经过，让他看到。 佛陀的经教、祖师大德，或是我师父的教的，哦，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呢，才相应到佛陀讲什么：真愚者、实愚者、不狂愚者、不异愚者、如愚者。你才知道，你们通通没骗我们，因为你亲自证悟到了。不然我就不相信了、啊啊，怎么会是这样？不是啊，哎，那我们就这怎么一个混？ 忘的法啊，潜荡了以后，啊，又把这个得到结果的这个也是换忘的法啊！你不帮他换忘，我好不容易修道的耶，我好不容易对他有好脸色呢，好不容易我可以跟他在一起耶，等等一切一切，你当做石有，你石有的成绩了，等着什么师长来肯定你了，等着你说啊，我这样有功德了，所以要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哦。 所以这就是觉性产生的觉察。你不但对去查别人的问题，是回到自己的生命，才真正帮助自己。所以师傅说：“你你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以患治换，当原来的被治的这患遣除了以后，用来治换的患，你也不要再去执着它叫真实存在了，好不好？所以真的要好好的帮助自己哈。” 好，我们休息一下。呃，顿渐门里面里头呢，让我们看心看镜。人人若在心有所住有静，对，有这个镜像，所以说是叫以幻望，易幻望。不是呢，六祖说的直接达到心源，那都还不叫做顿顿，因为还是绕着，有这样一个造作的过程，心可住，有个镜像可得。 啊、用来遣除这个幻妄，而、啊、回归到真正的不这个不患哈、啊，就是呢心缘的当体清净空寂啊。所以师父就跟我们区分什么叫顿渐门跟顿顿门。任切中教导我们是顿渐门，而、啊、六祖大师教我们是顿顿门哈、啊。那只要呢是自证自见真如自性的人，自有其动静一如的真不动在。 那用不着这个剑门里头说，呃，前门巨狼，但后面呢，让虎呢进来的方式了啊、喔。进来的方式，虎进来的方式就是有个看心看境的这样的一个有个相有所著作，那就不是真实的这个这个真如自信啊。自信就是真如，真就是空即的。那空即不是断灭，它会如它的因缘和合,合产生种种的假象啊。 那如果我们能够以六祖的顿顿禅来修的话，只要自己能挣得所谓的清净心，也就是见到自己的本心自信，自然就有动静一如的真实不动。那师父讲的说，动静一如，你可不要把它认为是动的时候还是静哦，静的时候仍然是动，这只是一个知解，没有真正实证到里面，所以它。 表达动静一如是什么？是指所有一切相当下都是空寂，这才叫动静一如哦、喔。所以你按照解释一下啊，动的里面就是静的，静的里面叫动错。动跟静，它真实的本性是什么？本体是什么？空寂。所以这个相的当体就是空寂啦。所以这个相叫什么？无相。 那为什么说当法的当下这个当体是空寂？因为它是什么因缘和合,合。那因缘和合,合的当下，这个剧组就应该动，但是用动来表达，该静的时候就是静。这时候静，它有呈现这个相，让你认知到。但是当下这个相，你认为的静，给你认知到，但是它是刹那生，叫什么？随处灭，它又在动了。它一直往坏散呐、啊。说。 一直讲说你这个看到的物质，它一直进出，但是一直走，往外走出去，就是流散它的结构，所以它就没有个真实的牢固性可得。所以这里说，师父说，哎、欸，该动的时候，他用动表达；该进就用进表达，而的什么呀？法术法位叫各得其所，各得其用。这个呢，就相应到空，这里才是所谓动静一如的真不动。 并非只有眼观鼻，鼻关心，坐在那里身体不动哦，不是哦。你看，那你要体验到啊什么？这时候因缘和合，当下该动，该静，要你自己去证、去修、去证得，才知道各得其所，各得其用啊、哦。那这里拿出一个小哲的故事，说一对夫妻常常打坐，功夫都很不错。有一天，老婆提议说：“哎，比赛看看谁能够不动的醉酒。”刚好这时候呢，好死不死，一个小偷进来。 那夫妻两个人通通看到了，结果他们能要有一个著作的心，说看谁坐的最久不动。结果呢，看着小偷呢，两个人也，小偷看见他两个人也吓一跳，但是看到两个人都没动静，就胆大了，就通通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拿出了一堆好东西带走了。那回头又看到这老婆真漂亮，又去猥亵她。啊，老公为了要争胜，竟然不动。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那而这老婆也赌那一口气不动，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请问谁赢？真的是一个愚痴的一个一个例子啊！你不要说别人愚痴，你不常常也做这档事吗？所以很多人就是执着一个法上，认为动的时候内心不能攀缘呐、啊，即使泰山崩于前呐、啊。啊，孟子的儒家的孟子谈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忍，不能呐、啊，那遇到这种状况，你心肠要动，要动什么？ 动不是攀缘动，有著著动，而是动的就是智慧的作用，叫智用的动，而要去处理好事情啊！你让这个作奸犯科继续去做这些坏事，让他的这个恶的果报早日成熟吗？啊，然后你真是有一个我在赌这个个谁叫真不动吗？不是在比这个假象上的不动啊！所以你看懂这个意思吗？师父说用这个例子解释的很恰当啊！ 心照想要动，但动的当下是不离清净心，清净心是极然的，所以才能够这时候要动智慧去自用，说让小偷继续偷你们家的东西吗？哈，然后来猥亵你老婆吗？啊，你这老公当作没看到吗？是这个笨蛋一个吗？所以说，这个叫做智慧关照当下姻缘该如何呈现，而不是一昧执着于死的法，然后表现出死的相，骂得好。 所以慈悲的观世音菩萨，以前师傅就在问我：啊，为什么那么多眼睛还可怕？手上拿那么多武器要做啥？又你看又拿这么多武器，啊，说慈悲不是烂好人呐、啊，佛法的，一定要智慧做眼睛，你才不会做那个烂慈悲、烂好人。 而真正的慈悲要有智慧，善观一切因缘，啊，才能够善巧接引各类不同的众生，也来学佛，来证悟自己的清净心，跟佛一样，才能够真正接引到他。那你讲的这个就好遥远，你不觉得我们的父母叫观世音菩萨？师父就说，好像每个父母对每个孩子知的不同，管教的时候就必须善于拿捏啊！如果你千篇一律，没有神圣。 他现在这个状况啊，学校什么状况，情感的问题或怎么样，就叫随顺这个世界因缘呐、啊，啊，你就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管教，那终究会产生问题呀、啊。所以呢，师傅就举出他的实例，而来怎么真实的感受到施主动出老人的那个智慧，而产生慈悲的一种作用跟引导来看。师傅说他做小沙弥的时候，天黑不敢一个人睡觉，那师公就。 让他上楼呢，在他的那个睡在他旁边，而、啊、是用草席铺在地上。那两天以后呢，他说：“小和尚，这样太麻烦了啦。”啊，楼下楼下就有两间房啊，我们一人睡一间好不好？啊，又过了两天，晚上起来发现，啊，师傅、师公没有在隔壁睡。阿、啊、姨天亮赶紧就问师公：“师公怎么说？”我早就不在那里啊，你你还不是照样睡得很好呢？哎，我师傅一听也对啊。 他、啊、如果一开始就让我自己睡，我一定马上跑掉。啊、但是呢，施主很厉害，很善巧啊，知道这小和尚害怕啊，你跟我上楼睡，你就拿草席铺在我的床铺旁边。哎、欸，师傅就有安全感，就睡得着。哦，那种那种对环境的那种恐惧就慢慢抹除掉。啊，施主又善巧方面啊，这样麻烦了我们两个到楼下一人一间了哎，师师傅前两天想，哎、欸，施施主。 他称施公，哎、欸，一定会这么做，哎、欸，哪知道隔的第第三天说，嗯，施公为什么没有在隔壁睡？结果施公怎么回他了？你你你早就一个人这样睡啊，你不是一样好好的没事吗？哎、欸，我这时候师会，我师傅的智慧就产生作用，对呀、啊，哎、欸，谁在怕呀、啊？哎、欸，所以说，这叫施主啊，东初老人的善巧方便啊，那这样经历呢？ 师傅就被师师主给拐去那边当小沙弥了。他说过完暑假，啊，师主说他经过我妈妈的同意，已经把他的学籍转过来了。那时候我师傅才知道啊，我自己要住在这里啊、喔。啊，他也很多不甘心、不情愿，但是心里有一个智慧的一个妙用。我想想，妈妈为了我很辛苦，我在这里至少有吃有住有穿，为什么不为了不让妈妈那么辛苦，我就住下吧。 那接下来就完全不一样了，哇！这个当小沙弥的身份转换世俗人的施主就开始作用起魔王的这个作用来了。怎么做呢？每天四点起来啊，做早课、打扫、除草、挑水，还没什么可吃。那时候正在成长啊、哦，每天都饿肚子，就灌白开水，猛猛灌，猛灌。啊，小学读完了，他不想读那边，那那那想说他他转过去好像是。 那时候就已经快要这六年级吧，就完成小学啊。读完师，我师傅想跑了，那师公、师祖就跟他要来，你住我这里吃的饭钱拿来，住宿钱拿来。如果你缴不起，你就留在我这边当童工了。啊啊！如果呢，师师傅在想，如果当年一开始师祖老和尚很严格的话哈，我一定不可能留在那里。所以呢。 他说他自己自己是被骗去当和尚的啦，说当小沙弥的时候，师公呢从来没对我谈过一句佛法，只有做不完的事，还要替师公誊稿。他才小学才六年级，功课又很多，晚上读书完了也不行，说浪费常住的电啊。白天读书，师师公说师叔说啊，你来当师公好了啦，因为我我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啊。 因为他还要为大众的衣食忙啊，啊，不然大家吃的住的水电费啊，啊，谁来缴啊？好、哦，所以说，师父说他那时候根本不懂佛法，他以为说佛法是文字上的，不晓得施主就给他真实佛法的实践的在你的生命了。所以他说，他只知道一味的苦，把施工当成什么？叫身法，就是魔王。呵呵呵 所以呢，师公真的很厉害就是师祖，我们称师祖，真的很厉害。他就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来给予不同的教导，要逼你自己去闯天下，但从不来不给你什么正面的，让你待不下，没办法承受。所以他就要你想方设法呢，让自己能够闯出一一条路来，那个就是真实你的生命的受用 你不是温室的花朵啊！给你想好、说好路怎么走、怎么呵 <laughs> 你都不会珍惜。反正天塌塌下来，有师父、师公、师祖顶着嘛，有佛菩萨嘛，轮不到我呀。你就不会真切面对自己的生命，种种的问题，你就没有力量去处理它了。所以呢，师主就用这种方式逼我们自己承担。太好了，他不要你在他座下太安逸了。他说我他不需要我们来当童工来服侍他。 他只需要什么报答三宝的恩。不过，他的鼓励挺恰中人心的。他会呢？为什么施主都会往大处着眼，鼓励你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法师，而不要随波逐浪？说要有骨气，所以不可以随便趋于名利。这名闻利啊，你里里头迷失了你的初心啊！你为何来学佛？又是为何来出家？ 你看施主这怎么教导我师傅的？从小小的十二岁去那边骗去當，当做小沙咪，各种苦来磨练他，来成就他。为什么报三保恩报恩呢？说你有骨气呀、啊！我说这里有有奶可吃的，就叫娘叫爸。阿、啊、林就辩解的说：“啊，我去别家的寺院那边哦，不用做什么事情，然后呢也不用随众，又又单饮可灵又吃得好啊，就去那边。” 师主告示我师父说：“要有个骨气，你不要迷失在这个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当中，你要记起你生命的真是原本的。你受谁的教导，而让你像能够怎么样勇敢面对苦难？哎、欸，你就要怎么样好好的去珍惜，而不能够辩解。那师父说：，总之啊，这类大题。” 大前提的东西，在生活中他都会用，随时知道，这才叫真实佛法。所以，但在生活上，则给予很苦的磨练。每个时期的方式又不一样，真是厉害。所以你做得再好，他从来没有高兴过。其实他内心替你欢喜，但不表现在脸脸色，因为引起你贡告我慢。哎呦，师父肯定我耶，我做得不错耶，我比他的人还好哎。 那师师傅就说：“你以为施主不关心他吗？他就是心境，就却又处处像观世音菩萨般的什么千手千眼盯着你，太厉害了。那要花时间，用尽心血，真的、啊、就要成才啊，成龙相啊，佛佛门的龙相啊。那那师师傅又说，包括他的师傅，我们称师公，圣人师公。” 包括我师父在日本也是如此啊。有一段时间呢，我师父呢也不是太常写信给施主，啊，日本那边传来消息都不太好。为什么？说可能这个圣言呐、啊，嘿，去当人家的什么，那个上门那个女婿，就是他们的日本可以娶妻生子的，然后就是由父传子来来主持这个寺庙。哎，那时候就传出施公有这些的状况啊啊，所以施主呢，就就。 待不住在台湾文化馆待不住，就就飞去日本去看看了、喔。而且呢，我们圣严师公后来到美国的大觉寺，那个沈家珍菩萨请他去住持大觉寺，施主东初老人也飞到美国亲自去看哦、喔。所以你看，都说不关心，关心的不得了啦，就像观世音菩萨牵手亲眼盯着你、爱着你、护着你的菩提道心，不能够退转。 所以师父说，后来施工呢，啊，形容说施主的栽培地址方式是什么？不是养金丝雀啊，有、哎、的给你照顾好，弄得好好的，像金丝，像那个温室花朵，怕它枯萎了，怕它怎么样，而是养蜜蜂，自主自己勤劳努力，每天嗡嗡嗡嗡嗡嗡就要去采蜜。结果你采蜜，就让它这个花有授粉，就能够结出美丽的果实，让你那个。 吃得飽飽的饱饱的又健康营养哈，所以说养金丝雀是做主人需要精心照顾跟教宠，而蜜蜂必须自己采食跟筑巢，最后还给主人留下最好的花蜜。看起来好像是任其自生自灭，其实养蜂人也是随时在观察跟照顾。所以说，师傅说啊，施主老人家的智慧啊，是与日啊。 与时不同啊，这叫智慧的任运自在的种种妙用。而师父来说明，这叫智慧是与日与时而不同的善巧方便的利益到众生，就是我师师父师父就得到其种种的好处的人之一了。那这里再谈到什么叫动静一如的真不动呢？你不要掉在名相上啊！啊，说昨昨天是金就飞了。 啊，随着受教弟子的身心，还有呢，心那个性呢，就代表还有程度，每一次每一次都都不一样。而，在师长的引导，会一次一次往上走。所以呢，师长呢不会让你呢停顿在原来的地方，因为本来法就空寂，有什么好停顿、好著作呢？如果你不这么做，那师长所教导的就不够善巧，不够让你怎么样像水一样不著作，是往前奔流。 好，所以呢，师傅就说，有些菩萨很了不起，不见得呢能够能言善道，但是他表达出来的境界就是有这样的善巧方便。所以呢，师傅就说，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不要认为师傅对谁特别凶啊，如果只掉落在这个相上，那你不能往自己的内心观照说，说师傅为什么要这样凶呢？为什么要这样引导他？他的用意何在呢？等等，这一切。 你就不会是非好坏的假象上去执着在上面哦，师父好不慈悲哦啊，为什么对这个人他也很努力，怎么还这样子呢？哎，那你这样的话，永远就成就不了自己的什么清净心的真实的妙用了啊、哦。所以呢，这里谈到在佛法上，我们与生带来的业障很重啊，啊，但是我们去培养的福德确实很有限。 所以，我们想要成为人上人呐、啊，那为什么要传承佛祖的家业？你肩膀不够硬，就挑不起来的。所以呢，施主才用各种的善巧方便来磨练、训长、训育我们的果如师父，还有圣言师公，所以要怎么样？一定要从各方面去考验他，而让我们去接受、承担。 不是只有随众过日子啊，有做早课啊，有打坐啊，有去出坡啊，有随众吃饭啊，也按时的睡觉啊，也有些要你规定的功课、读书的、拜佛的，种种一切。哎、欸，你好像都，都做得很好，但是你内心有没有往说你所做的一切，是什么呀？动的、静的、一如的，都是叫做空寂，是无相的。你有没有真实相应啊？ 这才是要度我们出家的真实用意啊！才能够上报四从恩啊、三宝恩啊、众生恩啊。所以师父就跟我们讲了：啊，你不是只有随众过日子啊，要从内心里常常警惕自己，我自己生死道业做得如何啊？有没有长进啊？在法上有没有相应啊？有没有藏起智慧关照啊？如果都不足啊，自己就要鼓励自己，要积极努力去落实啊。 而不是停留在一个形象上，形象上的一个做流于形式。啊、哦，我拜佛，我念经，我打坐。虽然你做的很如法，但是你的心有没有真实相应？所以叫做什么？其实都不叫做真的不动。真的不动，不动就是空寂呀、啊。你知道你的状况是情形如何？你要知道去怎么去落实相应到空寂。不对的，它是空寂，但是你要让自己的。 空寂的作用，种种的行为能够如实，不管任何时间空间，能够如实表达出来，你就要这么真实去相应到一切法是空寂的，所以你才能够怎么样，不再以形式上去做文章，而真实的内心去相应才叫真的不动了、啊。所以师父就说，常常从内心里面去反省观照，以幻智来遣除我们的幻觉，这样才是真修。你看。 老婆心姐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你们没有没有听进去，有没有用？在来这个来指导自己身心行为？什么幻智，遣出我们的幻觉？幻觉就是分别啊，我啊，他啊，好啊，坏啊，是啊，非啊，对啊，错啊。幻觉，这样才叫真修。” 所以师父就说：“哎，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们每周一都晚上都有共修，七点到九点。哎，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是求佛保佑，阿弥陀佛就代表实相啊，所以它叫无量光啊，无量寿啊，代表实相啊，里面的充满智慧。你看光明与平等，你光明了以后才是平等去对待人家，才叫做慈悲。那慈悲所做的一切才叫无量寿，你的寿命干嘛？” 就是要把你的慈悲传播到每个角落啊，啊，你的寿命才叫真价值、真意义。不然活那么、那么、那么长寿干嘛、啊？所以说，我师父说真好，哎、欸，阿弥陀佛代表四项里面是充满智慧、光明跟平等哦。 平等怎么样？当我们若在取向差别啊，我是念阿弥陀佛好呢，还是要念那个呃药师琉璃光如来？听说我们生病吃很多药啊，要念药师如来佛才有用诶、欸，才能够去我的病诶、欸。啊，我的身体才真的好哎、欸哦，这就错误的，这就见见解。只要跟你相应的就好，没有说跟你讲佛佛道同，法法平等，啊，你还这么比来比去。 所以，这就是我们绕在这个取向差别人我是非的染心，就是妄心的时候，那一念佛就产生起来，就像那个金刚王宝剑的智慧，没有什么要去追逐什么。我念阿弥陀佛，就是我自信的光明要开动启动起来，不要去追逐好跟坏是跟非的对立的分别心，一直在怎么演连续剧。所以你念那个阿弥陀佛是有这个功能呢、欸。 所说师父功能像什么？一片光明，除掉黑暗一样，可以心不离佛，打咒不是什么都空掉啊。说要起一个心啊，起一个幻字的作用，不管内涵是什么，只要选择一个法，不具真相的幻法，然后缘在这个幻法上面去达到让起伏不定的幻心安住。你知道是幻的，但是你还借用它，让你的什么起伏的种种的妄念呐、啊，叫起伏不定。 那这个妄念就因为妄心而能够产生出来，让它妄心安住在你使用的禅修禅修方法，比如数息法、啊、念佛啊、拜佛啊、持咒啊、祖师禅啊等等啊。祖师禅你用顿渐门，你的渐门以后一样有什么这些方法去用啊？啊，但是要怎么样？你一定要去达到这里是这有幻幻望呢，啊、呃，去御这个幻望，然后连这个幻望最终就怎么样？ 也是不可得，所以这时候呢，是不是说，不得已用这才叫幻妄啊？啊，来用这个来用幻法，来用幻智处理一切的问题。那这就谈到，虽然身心本妄，但那个妄的相有其因缘假合合的作用跟功能，说自身要完全掌握体会啊。所以说你不这么做，你体会得到吗？啊，什么叫幻幻智幻法？你搞不清楚啊。 所以说，无论是参禅还是打坐，要非常清楚明白自己的身跟心。用功以后的觉受是怎么样？但是重点是什么？你只知道明白要不要著着觉觉受的相啊，这个苦相啊、乐相啊，或不苦不乐相叫身心相，不要哦。那本来就空寂，你著着什么？所以这里要进一步刚才讲的这个选择一个法，叫不著。 真相的幻法，真相的幻法说不用修了，没有法可修了，没有什么生死的问题了，这叫做不惧真相的幻法。好，这些方法是什么？原在这个幻法下面就举出实例，不管末造、参禅、止观，还是属息，或是念佛、拜佛、持咒，都是都使我们的生境要做什么？从欲界的凡夫心达到达欲界天，甚至达到。 色界的这些过程，通通要真实体验过来。达到欲界厅是什么？欲界定。这很不容易得到的。凡夫的散乱心很强啊，很难达到欲界定。欲界定的特色很快就消失掉了。然后呢，不仅到这个欲界，你还要达到色界的什么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而禅宗只要你体验到四四禅就够，不用到四空定的无色界。有什么？色无边，空无边，色无边，无所有，非有想，非无想。不要那个定多会的关照薄弱，没有办法真实相应自己的清净心。所以只到色界的四禅就够了，就很好用了，很好用什么？开这个会，同时知道定会均等。所以这个师父就跟公讲啊，哎、欸，你这些通通。 的过程要体验过来，你才会发觉什么是身心相。对啊，很多人说法师啊、师傅，你说要放放放，我一直这里就说身心相是什么都不知道，放哪里呀、啊？怎么放下？就是这样，你的定功、体力没有真实体验到了，都在迷茫了，都在妄念，在昏沉了、瞌睡。你怎么知道你的身心相是什么？我说的再多你也听不进去，而、啊、佛陀再怎么教。 你还是依然故我啊！虽然这个我也是假我不存在，但是你里面就要什么虚受很多的辛苦，你自作自受啊、哦！所以这里也在谈到说啊，连身心像那个假象的圆满、同一光明都没有感觉到，也就是连一点定的身心受用都没有的话，我是不是常骂我、笑我啊？你真是太可惜了，连这个宗教的一种什么神秘的经验或宗教体验你都没有。 你的信心怎么会产生呢？因为每天就是坐着昏沉，或者是心很乱，或腿很痛，你是坐不下去啊。所以根本很难体会什么叫心体的如如不动，更进步的，你就不知道心体为什么如如不动，为什么叫寂灭的，就就是空的，是本质光明的，不是空，它还有种种智慧的妙用，叫光明啊。那光明呢，它引导你说，哎、欸，有真实的这个。 定境可得吗？这时候智慧就作用，就让你不不停留在上面，不会执着在这啊、哦，这境界真好啊，真宁静啊，真统一啊，太殊胜了。不会，光明的智慧就知道这是因缘的假和合的相，不较劲，非真实。好，你就会舍掉哦。说舍掉才会有初禅到二禅，二禅到三禅，三禅到四禅呐、啊。那师是,是谈到，如果在你定中呢，见到这些境界怎么样？ 知道它是如幻，知道原来心体的智慧本来就这样的光明解脱，而且达到一心。那这里一心是还没有见性啊！你不要误以为说啊，这一心的定力就是真实的说智慧的去照破一切法是如幻假有，是因为他的性跟体都是空寂的，相也是假的，叫无相哦。所以你大道一心还不是见性哦，见什么空性了、啊、见是什么？真实体验受用到了。 那你,你这时候达到一心，就可以体验到身心解脱安然的禅悦啊。说你不知道什么法喜充满、禅悦为实是什么呢？所以师父又再一次强调，佛陀讲的叫闻思修正啊，这解行并进。所以修行不是光听呐、啊，要老老实实把功夫做好。但 你做好之前没有正确的眼睛叫正知见，你只会落入盲修瞎练。你说你再怎么把功夫做得好，你都说有我在修，有我的定境很棒，然后我为了要一个生死要了，通通就是什么叫盲修瞎练，叫着相修行，不会相应到你的清净心，跟就是诸法实相是空集的，是如幻的假象，你就印证不到。所以师傅说。 你的定功做很好，做到哪里啊？四空定啊，四空定给你做上什么？八万劫是怎么样？一样脱不了生死了。说师父在此告诉我们六祖大师啊，跟我们讲的定跟会各自是什么现象？知道为和定会是为和定跟会是不二是一体的，所以至少要清楚如何。 知道何谓清净心，什么叫做换字，起换用？你智慧在用，但是你不会认为智慧真实存在。那你产生用这个方法，不管是墨照画头或是念佛，这个叫做换用。为什么？为什么叫换用？让你的妄想心可以停下来，就是这个作用的功能，这样的好处了。这样知道了吗？所以换字就是你知道念佛。 就是要回复到你自己的佛性，就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跟十方三世一切佛一样，是清净如如不动的。所以这个就是你这样的幻自明白而能够老是把佛念好，把祖事禅参好，把所有一切做好，才能够产生的作用，让我们的妄想停下来，才叫妄用啊！阿、啊、婆你修这些做什么？ 然后你才知道说啊，原来就是清净空寂，我还在那认知里，我好修行哦，哦，做得真好哦。所以师父就说啊，你至少清楚，跟你解释这么多，就是什么叫清净心，就是空寂，空寂故可以产生种种的智慧妙用，还有慈悲的行为去利益世间，里面有友情，还有环境，你才能够真正做好啊，帮助到他们啊。 这才叫清净心啊！什么叫做患自起患用啊？然后落实在患法患智上的用功，你才能够真实清见到自己的清净心是极然，而且是圆满跟清净的，才叫清净心，才叫真心啊！所以这叫做什么？真正的启用，否则呢，不叫修行啊！如果没有达到见智本性。 就是空寂的这个心性，视自本心自己的心的种种的妙智慧的妙作用，而开展出来对世间的帮助，就叫慈悲行。你通通无法做出来，所以这样子，你不能见自本心视自本性，就没办法体验六祖大师这里提出动静一如的真不动啊。动静一如就是相应到法的实性。 就是极灭空极。叫做一如哦。那这个一如呢，才能够真不动什么？该要遇到众生种种，看，举出那个例子，小偷、老婆、先生，你的真不动的意思是什么？知道一切法空极，说没有我在跟我老婆比，这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不动的可得的相。而这时候的真不动就是。 遇到这种状况，小偷来了，你不是呆呆笨笨在那里束手就擒，而更让他得寸进尺去猥亵老婆，然后你认为说我这个老公就是要比你这口气，都叫真笨蛋，你不会这样死在这里头，而是怎么真正的去应用这个如幻的假象？这时候就该要怎么情形来制服这一个小偷？这叫做真不动哦，听懂不动不是什么都没有作为啦。 这个不动就产生智慧的妙用，这才是啊！不学佛就变成笨蛋死人了。那那那，那就学它干嘛呢？我把世间弄得更糟更乱。那佛佛法早就衰败、说灭失了，怎么会从印度十三世纪不是只有回教侵入到灭亡？它本身印度教婆罗门里面就已经变质、走了样了，贪婪、腐腐败、堕落，而才能在十三世纪。 一千三百年被毁，就要给它收拾掉了啊！何以它又往东传到东土，能够发芽生根呢？尤其在我们的汉传文化里头，哎、欸，是是是，是这个祖师禅法禅法是这个佛法您的瑰宝啊，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这祖师禅法。然后呢，呃，日本也从我们这里取经回去，还有韩国也都是这样取经回去。然后现在还有到东南亚这个小圣法，还有到这个还有这个藏传的法也在传。 骗各地，哎，你看是不是讲在因缘整个和合的变化，有没有个真实真实实际存在的法？没有啊，所以你要代表要很珍惜、很敬重自己的生命，就可以开发出跟佛一样的来利益无量无边的人。结果我们就不肯啊，当下承担啊，认为有实际的障碍烦恼啊，呃不行的自己都把它持有了，结果就把自己卡住了。 所以这谈到说前面堂前门拒狼，后面进虎的功夫啊，只是怎么样？防护前面啊，阿宝武器都挡在前面，不让狼进来啊，结果后面都空空，放空门，老虎就有机会趁来。意思是什么？你不知道这些用幻智在修幻法，你把它当做实有的法去修。 结果你前面好不容易去除这个狼，就有实相你把它去除，原来换的效果。结果执着的说啊、哦，你有用这个方法。后面的老虎啊，哎，直堂堂的就冲进来了，所以就代表你执着所用的法为实有，所以还是有个执着。所以我们就要用修行刚才以切出切的圆口木栓子来做比喻。好，那我们今天再告一个段落，记得哈、啊，我今天重复讲好多。 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重点，我讲的也很高兴，也没有都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下次从禅门不取一定的外相，说行住坐卧皆可参禅，太好了哈。好，共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见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